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11人，已足法定人数。我们宣布开始开会。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五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六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7年3月26日星期一上午9:07至12:09，地点红龙301会议室，出席委员蔡适应等13人，列席委员王惠美等17人，列席人员侨委会委员长吴欣欣及所属人员，行政院主计总处专门委员曾焕栋，主席王昭之一委员定语。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二、处理院会交付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侨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等二案。第一案，第五目回国升学侨生服务项下，鼓励海外侨生回国升学中105至108年度社会发展忠诚个案计划办理产学携手合作侨生专班之业务费冻结100万元案。第二案，第八目侨校发展与辅助项下，编印及供应侨校华语教材冻结100万元案。决定以上二案报告完竣，同意动之并提报院会。三、邀请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吴欣欣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吴欣欣报告，委员蔡适应等14人质询，均由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吴欣欣及所属等及其答复。决定一、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二、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请侨务委员会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本会各委员，并附至本会。委员另指定期限者，从其所定。临时提案4案，除第3案修正通过外，其余均照案通过。以上宣读。请问在场委员，好，那我们先来请议事人员先宣读一下报告事项。宣读本日议事日程报告事项：邀请总统府副秘书长、国家安全局局长、率特勤中心副指挥官、国防部宪兵指挥部指挥官、内政部警政署署长报告我国元首维安执行现况、特勤人员训练、维安情资搜集与陈抗维安执行策略，并被质询。以上宣读。我们先介绍在场的委员，罗志正委员。在介绍各位列席的长官跟官员之前呢，今天的架单太多了哈，我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总统府侍卫室侍卫长，他是在一般的我们的预算审查，才会到府来做一些咨询的。秘书长才会到总统府的秘书长才会针对预算，会针对审查的部分才会到我们列席委员会。那所以今天总统府的侍卫室由侍卫室的主任来列席。国安局我们的彭局长因公在国外，所以今天由我们的副局长来列席。宪兵指挥部的指挥官徐指挥官也是因公出国哈，所以我们的参谋长来代行。这警政署的署长也是因公务不可参加，所以也请我们的督察室的主任杨崇德代表来列席。那现在我们就介绍到场的官员。总统府侍卫室警卫主任林国清林主任，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周美武副局长，副局长陈国恩陈副局长，特勤中心副指挥官周广奇副指挥官，国防部宪兵指挥部参谋长冯毅参谋长，内政部警政署督察室主任杨崇德
主任，保六总队总队长张传忠总队长，那现在我们就先请我们的国家安全局的特勤中心副指挥官周广奇周副指挥官来做说明。各位委员早安，首先感谢大院安排本局特勤中心列席元首维安执行现况、特勤人员的训练、维安情资的收集与陈抗维安执行的策略的专题报告。以下就维安执行的现况等程序依序报告如后。第一件事情，报告维安执行的现况。本局各特勤安危的维护对象警卫编组与总统府、总统官邸安全工作的兵警力的运用，系依特种警卫勤务条例任务预警情资及节目的性质，以四位编组为核心，便衣编组为支撑，统合武装编组、警察编组来共同执行，区分立营长途警卫、区域警卫以及线上警卫。立营长途警卫主要在防治危害及意外的惊扰发生，确保安全维护对象在立营长途的安全与安宁。总统府它属于立营长途警卫，总统、副总统立府的期间，特勤勤务来生效，由本局依法来协调、督导及管制相关特勤编组单位来共同执行。区域警卫主要是防止渗透、狙击、包围、危害及资金扰的状况发生，以确保安全维护对象在驻居所在地的安全与安宁。线上警卫主要是排除交通障碍以及维持畅通，确保安全维护对象在机动期间的安全与安宁，区分道路警卫、铁路警卫、空运警卫等等。本年目前已经执行特种警卫计有3000余场次，使用的兵警力合计有16万余人次。第二，特勤人员的一个训练，特勤中心依特种勤务训练的作业规定，以新进人员的训练为初始，全速训练为基础，射击训练为重点，体能训练为支撑，基地训练为管道，赋予落实驻地的训练，强化紧急医疗的训练，高阶的训练，水上救生、防爆的增减、反狙击手等专业训练。另借的年度的体技能的一个测验，验收训练的成果，运用军警、军事官团的一个训练，加强法纪品德以及反击报教育，作为遂行任务的一个屏障。另外，针对年度的重要工作，如国庆庆典勤务、元旦升旗勤务以及总统就职等大型活动，我们会办理专案的任务训练。本年度已经完成各式的训练将近400余人次，目前正在实施第三梯次的基地训练中。第三，维安情资的收集，特种勤务情报的作业系以任务为导向，预防危害与指导为目的。特勤中心协调各勤收的机关，协调各国安单位来收勤，与指导、收集、处理、运用等步骤，及时的提供各编组单位来参组。年度已经收获运用的情资将近有300余件，接获陈抗及重大治安、交通安全以及涉刑案件等对特勤安全形成潜在威胁者，特勤中心进行搜整查证以及研判，并视研处的结果通报相关编组单位来掌握。第四个部分，报告陈抗应处的作为。为确保安全维护对象安全与安宁的目的，警卫部署配合社会的观感，检讨执行兵力的方式，采必要的检查管制的措施，符合安全维护对象亲民、爱民、便民的作风，以创造观念与做法，强化执行的技巧与状况。报委员，我紧接着可不可以报告永和警卫室王姓上尉清仓误期的个案跟经过？好，那现在就报告清仓的过程说明，那就配合影片清仓的影片，好不好？是，好，谢谢委员。事实经过，等一下，影片可以了吗？好，请。事实经过，在去年12月中旬，永和警卫室例行勤教之后，约早上8:20，验枪程序。
情员在指挥大楼前面集合清枪，上尉的警卫官王姓上尉指示清枪程序时，没有确实确认膛内有无子弹，不慎误起，子弹集中指挥部的大楼的外墙，虽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装备的损伤，但已经造成枪支不慎击发的憾事。这个个案追究于清枪程序的不够落实，并非媒体所载的前天晚上打电动玩具精神不济所造成。当日王员立刻调离现址，并依规定实施行政处分。发生此案之后，除了通令所属的各单位例行各项安全与限制规定之外，并拟定了相关的测镜的作为，既有四项：第一项，严格卸弹的礼用纪律；第二项，落实内部安全的管考；第三项，加强分层负责的管控；第四项，严格执行操作的程序。特勤工作的纪律跟形象为本局的要求重点。这一次王姓上尉清枪不慎激发了尾丝，相关的部门立即妥处并虚心检讨，唯已造成社会大众对特勤人员纪律的质疑。我们将秉持加强单位内部管理与基础训练及督导考核，并强化特勤人员专业训练的素养与敬业精神，增进社会对我特勤工作的信心及期望。报告完毕。补充介绍到场的王定宜委员。那现在我们请在场的两位委员，我们上次的议事录的内容有无补充？没有，好，谢谢。那现在其他单位有没有补充做说明报告的？有没有？好，那都没有。那我们答询就开始了哈。本会的委员8+2分钟，非本会委员就是6分钟。10:30发言登记截止。我们现在请罗志正委员质询。谢谢主席。可以吗？请周副局长跟周副指挥官。请周副局长跟周副指挥官。委员早。早。我想今天之所以开这样一个专案报告，主要是针对不久以前媒体所传出的讯息了哈。那但事实上，这段时间以来，有关国安或者维安的问题啊，层出不穷，所以我想的确有必要做一个比较深度的一个检讨。我在谈这个问题在什么出现，我先问几个基本的东西啊，比较简单问一下啊。请问量的部分哈，你们今天有个报告里面提到一个数字，叫做今年到现在为止已经有特种勤务3000余场次，使用兵警力计16万余人次，媒体都做了报道，看起来是很大的量啊。我先问一下，场次的计算是怎么来的？怎样算一场次？委员，我可不可以请周副指挥官做说明？副主任可不可以说明一下？总统上班算不算一场次？包委员，我们先跟委员细部的报告，我们的执行的对象，它区分为现任的总统、副总统、卸任的总统跟副总统，所以卸任也在里面啦、也在里面，对不对？是的。所以不要误导，就是说今天好像总统蔡英文上台之后场次就这么多，绝无此事。一场次的概念是什么？是总统出去一次，副总统出去一次，或者卸任的总统、副总统，包括吴敦义副总统算不算在里面？也算。马英九总统算不算在里面？也算。吕副总统算不算？没有，他已经没有了吧？是警卫的对象。所以现在马英九、吴敦义也算在场次里面，对不对？是。OK， 一场次出去一次嘛，对不对？是。那如果今天总统出访之后，今天到了马祖庙一场，到了慈惠宫一场，到这算一次还算两次？包委员，你讲到专业的问题，因为我们除了实施的对象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实施的范畴，对这个范畴区分为区域警卫，就他在他的官邸，以及莅临场所警卫，还有您刚刚讲的，如果说他到民间的场所是属于莅临场所，那莅临场所跟区域警卫中间，所以那个场次一场次一是很专业的，是今天到一个点，一天出去可能算三个场次，是算一个场次都有可能，对不对？三个场次，三个点就是三个场次，三个点就是三个场次嘛，是的。对不对？因为我算了一下是很恐怖的，是一天到33个场次，平均啊。
鲍委员，我可不可以再插个话跟您做个补充？那我只要问一句话就好了。是，马英九到处啪啪走，也算不算这个场次里面？也算，吴敦义也算嘛？也算。对呀、啊，是。所以啊，不要有误，你们这个报告其实没有说清楚的时候，很容易误导。认为说光是这个总统参议员上台之后，光过去三个月已经有3000场次，这账不能通通记到蔡总统跟这个陈副总统身上啊。是的，没错吧？是啊，这一点先厘清一下。谢谢委员指导。还好我问出来啊。是，不然通通记到蔡总统身上了。好，我们讲系统性的维安漏洞，我认为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因为从上台之后到现在为止啊，太多意外事件，包括。反联管既然可以到总统官邸附近去攀围墙，还有未公开的直通电军的一个指挥部成立，竟然可以遭到有人抗议，正在学校车子被拦，一路下来哈。副指挥官，我先问一下你几号就任？鲍委员，我是3月1号就职，所以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你之前了，我不会怪你了。鲍委员，就算以前发生的事，我们以后也会做一个强化。没有错，所以我讲说这个事情我不会怪你，因为就在你发生之前，但是这个就是你上台之后。最重要的任务是好整顿一下我们相关的维安是不是有系统性的漏洞，然后纪律是不是有所谓系统性的一个松弛的问题。谢谢委员的期许。包括这个所谓女中尉入侵到军网里面啦，特勤爆发性骚扰啦，总统府随扈竟然勤前喝酒啦，还有国安相关的宪兵持有吸食器、毒品吸食器啊，到最近钦差一路下来哈，我们要检讨一下那个副指挥官，你上台之后有没有先看看？之前这些案例的检讨报告，先问有没有检讨报告？有，你看过了哈。我们都有详细的做一些检讨报告以及测进的方向。所以这些案件每次发生完之后都有检讨报告。是的，你都看了。是，上岸之后第一件事情都看过了。几乎都看过了。好，那你觉得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哪里？所有的执行的概况，它的计划是缜密的，它的规划是周延的，问题在于人的执行。所以最后还是人的问题。是的。人是什么？是纪律的问题，还是训练的问题，还是这个本身有这个可能个性上、品德上，或是在素质上的问题？鲍委员，什么样的东西都会有一个管道跟轮带，只有人不能疏忽。好，人是长官的问题，还是执行的勤务，所以官兵的问题？目前发生的个案都是属于个人的疏失。那我问一个问题：个案当到上位了，清枪都会出问题，是哪个环节出错嘛？个人疏失。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你觉得个人疏失之外，然后整个管理上、这个奖惩上没有问题吗？鲍委员，他个人他非常的羞愧。我约谈他了之后，他对于部队形象的受损、家人的一个不谅解，他非常的难过。那他被逼退了吗？没有，我们不会逼退他。而且他自己有没有要退？他没有要退，没有要退吧？是。OK， 所以我们还是给他机会。我不但要给他机会，我还要给他鼓励。我把他的案例作为一个宣教。让我们大家知道支持靳夫勇的一个决定。可是我们担心，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常态性的或经常性发生的，已经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了，而是整个在管理上有很大的问题啊。我会按照委员的期许，继续要求我的部署要督促下去。副指挥官，那个媒体啊，或者说所谓的前这个特勤中心的一些人发表很多看法，我整理一下有几个问题啦，包括所谓外行内行的问题，这个我不见得同意啦哈。什么多头马车啦，包括你们。特勤单位包括县警啊等等，人员素质的问题、纪律管理的问题、奖惩是不是有问题？每次都是长官啊这个下台负责，结果下面也没有什么动，甚至勤务的规定是不是要照规定来？最后情报的掌握有没有问题？我只关心一个，这么多次，所以总统的行程曝光，可见的确有一个系统性的泄密的情报或管道，查出来没有？鲍委员。我只问一个问题啦，上次总统去直通电指挥部，这是一个不对外，媒体也不知道，我们都连立委都不知道，那为什么反联改会知道？查出来没有？鲍委员，这个是媒体的揣测，但是我到我单位之后，我发觉我的单位的同仁都非常的专业跟热忱，没有，我相信他们。我现在不讲媒体的揣测，为什么你们不去查？为什么反联改的同仁这些人知道总统要去直通电指挥部？就这么简单。鲍员，这个调查报告里面没有写吗？这个不是我们单位来国安局负责所有情报，怎么会不是你们单位？那个副局长，周副局长，后来有没有去查，为什么这个会泄露出去？总统的行踪？
我想因为这个行程啊牵扯的单位比较多，那所以就算了，有没有去查？没有，我们当然有查，因为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委员所提到的这个行程，所有每一个行程如果我们有警觉到这个行程有事先泄露或者是没有公开的行程被外人所知，这个都是我们，但有没有查出来？我们都有注意到一些迹象。那有没有查出来？副局长就告诉我有或没有。我们这些的相关的实际的一个状况，我不敢向委员做，那就是没有了。确实没有，我因为我个人没有涉及到 管理这一块，所以我那国安局谁可以告诉我有没有查出来？那副局长，那个陈副局长知道吗？也不知道。陈副局长，好，哎，好，谢谢。因为总统到任何一个地方都环境，譬如说到一个公庙，你先到一个地方去，那就会有很多人知道这件事。一个情务出去，就很多人会知道这件事。那所以简单讲说，总统的行程是没秘密的，是这样子吗？有些事，如果是在部队里面，大概都就是会。那刚才讲是通电指挥部啊。对对对。我只要问个问题，那个周副讲，我问一下，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一个案子是破获？所谓的泄密的情况，总统行程，甚至有被惩处的，有没有？这样就好。有没有任何一个个案？这两年来有没有？有没有？没人可以答。没有，我们请执行长答。那执行长，可不可以回答一下？报告委员，就这两年来，我们其实讲有做内部的相关的一些状况的一些了解，但是因为有部分是涉及我们权责以外的部分。那谁的权责？告诉我，那谁的权责？因为有部分来讲属于司法调查的部分。那你们有没有主动？查到之后移送的有没有？目前没有，这就是我担心的啦。反正泄密都不会有事啦，总统到哪都没关系。反正泄密到目前没有一个案子被查出来，也没有一个人被移送，甚至被惩处的。总统到自通电指挥部这样的一个所谓机密的行程，竟然可以被掌握，而且是反联改团体在群组上这样传，竟然查不到，那我觉得这是管理很大的问题哦。国安局作为全台湾最重要的一个情资的一个会诊的一个单位，竟然抓不到、查不到，我不相信。要么就是无能，要么就是无力，甚至什么无心去查这个事情。那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啊！我们今天检讨报告讲那么多都没有用了，连一个泄密都查不到。那我觉得是总统的国安是值得担心的，维安值得担心的，因为连这么最基本的情资的掌控，甚至泄密的情况都掌握不到，那我们这个报告白写啊！因为你们检讨归检讨啊，但是没有找到任何补漏洞的方式，这才是我们担心的问题。那我们今天这个报告也没什么好讨论的，因为很简单啊，检讨也没有用，不动补不起来，因为你抓不到谁在泄密，或抓不到有哪个管道在泄密，也抓不到，这动补不起来，这个很遗憾啊。副局长，我跟委员补充说明一下哈，刚刚委员所担心的问题啊，其实我们内部有很多的机制，现在都在做防范。那么现在这个情形有很多的改善，例如我们把行程的各方面的这个通报时间啊，我们缩短，以及各项核心的作业尽量减少。没有了，副局长，这我都同意你们要做。我们这些都有做，跟委员说。但是只要有一个因为泄密。被惩处甚至移送法办的话，后面就不一样了。是，就这么简单。我们会努力。是，好，谢谢。请邱志伟委员咨询。好，谢谢主席，有请国安局周副局长。请周副局长。委员长，副局长，今天局长不在哈。是，局长知道了，你大概都知道，是吗？不一定，报告委员。那局长知道了，你可以大概可以掌握几层资讯？因为我们国安局，所以我问你，我的效率就有差啦。我们的业务啊，我的效度就会受到影响啊。报委员，我们因为业务有区隔，但是因为今天的议题非常的严肃，也非常重要了哈。是，这个上个月27号，中共军机几度进入我国的防空识别区，您知道有这个事情吗？我了解，这是事实吧？是，确实这个事嘛哈。啊，你说进入识别区吗？防空识别区啊，这个可能请问要。
可能要请委员要去向国防部查证。那你国安局重整国防安全嘛？是。国家安全嘛？是。那这个部分你一定要有所掌握嘛？是。这是不是一个事实？有共机3月27号九度进入我国的防空识别区，然后我们还要求他用广播说现在是中华民国的这领空这个防空识别区，请你赶快离开。共军还呛声说这是中华民国，这是中国空军在执行这个战备演训，甩都不甩你，有没有这件事情？我想这一些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本局没有业管，因为属于技术性的，而且他当天的今天国防部没有来啊，这奇怪，今天出席的单位好像不重视这个国防外交委员会，警政署署长没来，副署长一个都没来，那这么重要的问题，我问你说你都不知道，你没办法掌握，那我问你干什么呢？我担心说马上这个蔡总统就要出访，在中共大规模在南海，有可能是我们这个总统到这个史瓦济兰专机经过的航线 A1， 假设他假借演训在我航空识别区，当我国的这个元首专机出去的时候，他在我的防空识别区给你骚扰，我们有没有因应作为，有没有掌握相关的情资？如果一问三不知，我真的是不要问了。因为这个非我们本局所业管，所以我很难向国家安全局 重管国家安全业务嘛，那起码你知道有这个事情嘛，对不对？曾经在3月27号中国军机在我国防空识别区绕行了好几次，也跟我军有相关的对话，这个在媒体上面都有原因呈现的。那为什么媒体会有这个新闻画面？有这个我国空军的飞行员跟中国空军飞行员的对话的内容，为什么会有这些资料？我很怀疑为什么会有这些资料，这不是这是非常机密中的机密呢。如果中国的战机这个肆无忌惮进入我国航空识别区，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的话，对他没辙的话，我非常忧心。你只能口头劝阻请他们离开吗？那如果这个总统专机出去，他又来派什么苏凯30、歼6，又来用演训名义在航道上面干扰我国的这个总统专机，我们怎么办？总统维安，这也包括在这个事项里面嘛？那总统出国那个维安事项是谁处理的？是维安局重整吗？是我们负责特勤维安的部分。给委员，那总统出访，当然你也是国安局特勤的部分嘛？是。那这部分是这个专任指挥官、特勤中心副指挥官，你请那个周副指挥官。周副指挥官。副主任，你先新上任了哈，但这个4月17号到史瓦济兰这总统专机出访，这个应该也是属于特勤中心在做全盘的这个总统维安的事项嘛，对不对？我刚刚说的，这个不是假设性的问题，这个很可能会发生，因为3月27号几度的跟我国空军的对峙，叫他走他不走，他说是中国空军正在进行演训。假设我们这个下个月总统出访的时候，这个月总统出访的时候遇到这种状况，你特勤中心有没有因应作为？报委员，跟委员先做一个补充，在上个月的29号，总统出访友邦国家是由总统府外交部统一对外来做一个说明的，这第一件事情。但维安工作是由第二件事情，在这次出访的期间，我也跟您做个明确的报告。我们已经完成先期的会勘工作，后续的整个勤务的规划，我们都有完整的一个规划在执行，请委员放心。我希望我能够放心，但是我不免还是会忧心的哈。高强度、高密集的用这种演训的名义，在我国防空识别区这边活动，那我们现在好像目前为止没有积极的作为，或者没有有效的作为可以遏制。我很担心真的总统专机出访的时候，
可操之在我的部分，我们派我们的这个 F-16 派 Mirage 派 IDF 我护航，这都没有问题，这可操之在我们部分。但是如果非操之在我的部分，他硬要在我们航道上面去跟你干扰，哎，这个是元首出访的安全呢，国家大事哎，啊，你们有没有想象这种情境？有没有预判这种情境？它不会发生，它也许会发生哦。鲍委员，委员所讲的假设性的问题，都在我叫假设性，你知道现实的判断嘛？如果他今天没有这个高密度、高频率在我国这个防空识别区去演训的话，我不会那么忧心嘛？是。如果我们继续作为，如果我们喊了一些话，他就走了，我最起码还有点可以放心。是。可是目前为止，他连甩都不甩你，他说我是中国空军正在演训呢。那同样的状况，如果总统一出去之后，我们一样的动作，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你进入防空识别区，请你离开。他如果这样作为，那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元首的安全？鲍委员，这个不是假设性的，我必须很严肃的跟你说，是，这个很可能会发生。鲍委员，这一次外交部的说明稿里面，他很明确的讲，中途他不会过境任何的一个国家，他是直飞。那么您刚刚讲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全责单位他一定会妥善。这个外交部是对外事务嘛，元首的安全是特勤中心跟国防部嘛，好、哦，你不要推给外交部嘛，他都能够堂而皇之进入我国防空识别区，理都不理我们。那如果元首专机在我国航空识别区内碰到他们来骚扰我们怎么办？我们你会开火吗？国防部有应变的机制。我看你还没有想象到这个情境呢。我有时候想到这个晚上都睡不着哎。是。我不晓得这个副指挥官有没有想到这个情境。鲍委员，我会请我们特勤中心的警卫组组长来向您细部的报道。现在吗？是，来说明一下。谢谢委员给我机会做一个报告。那有关委员刚提到的那个假设状况，事实上我们在平常的状况想定里面已经罗列进去。但就这次总统出访坐的是民航机，按照相关的国际航空法，民航机跟军机的识别码是不同的。第一个，军机不能够攻击，但是我们有战机护航嘛？是。那除了战机，它不是一般的民航机嘛？除了战机之外，我们的三军部队所有的战斗部队在总统出访期间都完成待命。如果真的中共的军机敢挑衅，我想国防部会做出相应的处理。最大问题是他在我国的防空识别区这个畅行无阻啊，把他当作他自己领空。这个应该我们在这个既有的航道里面，我觉得这个按照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国际民航法或者国际法的规定，大概不会太多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我国的领空，在我航空识别区，他都畅行无阻，然后我们对他依然没辙，我是忧心这一点。有关于他越过我们航空识别区的这个部分，是真的是国防部的责任，这是空军跟海军的问题，那国安局不便回答。那就特勤的安全维护，个人以这个特勤的经验，跟我们和国防部还有其他的这个国安单位的这个协调联系上，刚刚委员所提的状况，我们会有一个完整的回应。你是主任，然后副指挥官也在这边，总统不管是到哪一个地方，这个他的安全维护当然重整是国安局，对不对？副指挥官还有您，所以你全盘的规划，包括你要把这个国防部也拉进来，外交部也拉进来，因为他是国防部跟外交部听你这边的规划指挥督导嘛，而不是你我把这情丢给你说啊，这个属于这个国防部全责，这很奇怪。你应该早就想定有这个可能会发生的状况嘛，那提出因应作为啊。两岸关系现在是最严峻的时候，他用军事来恫吓，频率也增加，强度也增加，然后更肆无忌惮。我是忧心这一点的。如果我们还没有办法这个料敌从宽了，御敌从严的话，我觉得我们真的这个我很担忧这个元首的安危。谢委员，鲍委员，如果说在专机出返这个往返期间，国军呢、会依照国军机场战备时期突发状况处置规定，
对来犯的敌机做成相应的回应。报告完毕。如果在航空识别区，他依然就是我行我素，说我是中国空军正在进行演训，那就在这个我们的护航机在公共专机的附近，怎么处置？开火？啊，这个是空军的权责。空军也是听你们的嘛，我不是你不要推给空军，空军属于国防部，国防部对国家元首的维护是你这个特勤中心要处理的嘛。谢委员，好，谢谢，不要轻忽这个问题。谢谢邱委员，谢谢。我们今天是排了专报哈，所以跟专报相关的官员我们才有邀请过来，所以无关的我们就没有邀请哈。请各位委员要了解这一点。现在请蔡适应委员咨询。主席，能不能先请我们副局长周美武，周副局长，请周副局长。委员长，副局长，我想你其中的一个业务是管国际情报嘛，对不对？是没错吧？你的业务，我看一下你的业务主管其中之一是国际情报，所以国际情报的行为要请教你哦。这个还是要请教一下，上次这个我们知道上个礼拜、上上礼拜最重要的一条新闻就是。这个金正恩到中国访问嘛，那我想说，针对这个重要议题，当然事前大家似乎都没有警觉到了，一直到金正恩到中国去访问的时候，后来是有一些当地的中国的居民拍到一个疑似北韩金正恩的专列，然后后来新闻才报道出来嘛，我想问一下这个副局长，你们对于这件事情大概什么时候收到请知的？好，跟委员报告一下哈，有关于金正恩访陆的这个状况，我们持续都有跟各方合作啊，都有在密注。那么这些状况，我们的合作友方啊，都有在第一时间向我们。那你们第一时间是什么时候知道？那相关的这些状况，就是、你看到资讯是什么时候看到的？是媒体已经公布的时候你们才知道，还是在媒体还没公布之前？前一两天你们就晓得还是没有？我想我们这些相关的状况，我们因为跟合作友方之间、都有一些作业上的一些。那比如像我又没问你说谁告诉你的。对，但是我想这个时间点也是一样哈。我想我跟委员，那你现在告诉我哈，你们是，你只要告诉我是或不是就好，你是事先还是到的时候才知道，还是媒体跟报道同步知道？我们整个全盘。我们都有掌握，对，我当然，当然，你一定跟我讲掌握。我现在就问你嘛，你事先还是金正恩已经到了中国访问的时候才知道，还是媒体报道之后你们才有收到同步的消息？我们事先就收到，跟委员在还没出发前就收到了。我们都有一些情，我了解了，我只要告诉，我只知道问你就老实，你不要顾左右。我就问你说，你们收到的情资里面，我没有问你情资来源嘛？你们收到情资是他出发前，你们大概就知道他有这样的访中国的行动了，还是他到现场之后就晓得了？还是说媒体报道说同步知道的？我想我还是跟委员这样的回答，因为我们这个牵涉到很多的合作友方。我为什么这样问的原因是，我觉得你这回答是因为南韩的国家安全部在媒体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说还不能确认。我想他们也是有很多合作友方的。我想是这样子讲，所以我副局长，你这样讲我是很不满意哦。你这个是外国的情报资讯，我们只问你有没有掌握而已。为什么？第二个就是说，因为这个跟过去我们的认知是有点落差的嘛。因为大家我们知道之前有公布这个金正恩跟文在寅或者金正恩跟川普要会见嘛，但是这个事情都没有公布。那你们认为说这个的去访问啊，你们后来内部报给总统的资料里面有没有认为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到什么事情？啊，我跟委员报告哈，我们对一个观察，我们对一个情资的掌握是多方面的。我以这一个案例为主哈，那我们这一次我们掌握辽宁丹东的车站，它有加强维安的管制作为，事前就知道了。另外，北韩在鸭绿江中朝边境，它有部署舰艇在这边做监视，那么金日成的直系家属的专用列车有启动，有很多的迹象。那北韩住在中共的这个大使馆
也有人员频繁的进出，所以我要跟委员报告是，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情资研判，所以我很难跟你讲一件确定的一个。但是之前你们就收到这个情资，我们当然一直都在掌握，我们有一个专案小组，我们有一个专案小组一直在掌握。好，那这样子，我想再问你第二个问题哈，就是说，你们认为五月进行的川金会啦，是。就是说你们觉得有可能的地点，就你们目前收到的情资有没有讲到，或者是说另外一个问题我也在问的，就是说其实比较重要的是第二问题，就六方会谈里面长期就把台湾排除掉嘛，但是北韩的议题对台湾其实蛮重要的，因为涉及到东亚东北亚的局势安全，那你们认为说我们虽然被排除掉，但是我们对于资讯的掌握，你们自己会不会觉得有落差，还是觉得你们同步性还掌握得还不错？跟委员报告，我们对于这些情绪的掌握，我们当然都是尽全力。譬如委员的第一个问题，说文经会的时间地点已定。那像这些的情绪，其实我们很早就掌握了。但是这些东西我们都不能向外说明。那如果委员要知道，我可以私下跟委员报告。但这些都是现在的一些情绪，让我们研判，就像我刚刚跟您报告的，我们要研判一个状况，可能要有几十种的增厚。我们来研判它未来即将可能发生什么样的状况，那我们现在来预判，那美方它有一点五轨的以及它常用的一个联系管道，比如说在纽约北韩的这个驻纽约联合国的代表处，可能在欧洲有某一个地方他们有经常一点五轨的联系，可能在不同的一个地方他们有专门从事这个第二轨的联系，那这些管道我们都能够掌握一些，我们也都能够从一些合作的友方了解一些状况。那这些也都仅仅是提供我们做一个研判分析。那如果委员真要问我说他们的地点在哪里，我事后可以给你一个研判的地点。Okay, 但是这个只是我们一个延析，就是延析的部分延析的状况是。OK， 好，我这样讲说，我希望说国安局在这个部分应该要持续的掌握，一定，我们一定会，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议题。是，我们会按照委员。那接下来我要请那个蒋总统委员，包括我们的特勤中心副指挥官，周副指挥官，还有那个警卫室主任林国清林主任，请主任林主任。我首先还是问一下，这个回到这个这几件事情都是过去发生的了，第一个当然就是让总统的车队暂停，我想问一下这个警卫室主任或者是特勤副指挥官，这个总统车队理论上可不可以在路肩行进的时候暂停啊？可不可以？不可以、哦、那暂停过几次？最近这一两年来就这一次，这一次而已吗？是，其他都没有发生过。是，那这件事情后来有没有相关人被惩处还是怎么样？我们内部有做了深切的检讨，但是没有惩处就对了。这件事情你们调查有没有人被列为惩处？没有。有惩处，惩处到什么惩处的内容是什么？我想所有特勤的那个综合的联合各单位都有一些检讨，不包含警察系列，包含我们记过之类的吗？这件事情我确定有惩处，有惩处就是最高就到记过就对了，还是申诫？我不敢讲实际的惩处内容，但实际的内容的，分局长说说的是，还有内容就是记过还是申诫？是，我们的分局长就是那一天负责当地的一个外围情这个安全的这个有受到处分，有受到处分。好，那接下来我再请教一下另外一个问题，这个保六总队总队长有来吗？来，我想问一下这件事情，就是叫做张总队长郑警官这个吸毒的事情是三月三号发生的事情嘛，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总队长你觉得这件事情你觉得意外不意外啊？跟委员报告，还是觉得正常。对于我们这个远景的考核啊，我们一向都是有上级的规定，有非常严格的。我的这件事情发生，你觉得意外吗？有一点意外。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因为我们你说你们在考核嘛，对不对？对。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副局长或者是特勤中心副指挥官我们按照规定，特勤人员相关人员是不是要推动定期要安全考核嘛？对不对？是的。安全考核里面，我看到其中一条包括身体状况嘛，是没错吧？好，是那。保六总队的第一警官队负责业务是什么？他是
他是负责副总统以及莅临长途警卫的外围的警卫安全工作，对嘛？所以他是属于我们的勤务人员嘛，对不对？是特勤人员。人员那保六警官总队第一警官队多久一次安全查核？我们安全查核有定时跟不定时的安全查核。对啊，定时多久一次啊？定时是每年都会做一次安全查核。好，那这个人吸毒吸多久？知道吗？报委员，报委员，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的第二天，我们总队长非常认真的即召开惩处人评会。我了解，我先问一下，他吸毒吸多久了？目前整个案子由新北地检在侦办当中、啊。他吸毒吸多久？你们不知道啊？106年9月，106年9月开始吸毒，所以不到一年就对了。那他另外第二位，他说我卖毒，卖给你们的同仁啊？没有，经过我们内部清查，啊、他自己说坦诚呢、欸，他说他坦诚卖毒，他这个是还是他推卸责任啊？外界的误传，因为他本身在接受侦讯以及回到我们队部，我们在做还原笔录的时候，他有澄清啊，他并没有这样讲。好，那他吸毒是吸什么毒？是一般 K 他命之类的，还是海洛因啊？安非他命，安非他命算很严重的啦。是。那我再问一下，就是说他这个事情，你们第一警官队后来有没有全部就是对于毒品的检测有重做一次，还是确认？其他员警没有这个问题，警官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内部确实做过监察，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没有这些的问题。第一警官队没有其他有这个问题嘛？我想至少是特勤人员的第一警官队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哈。那你认为哈，如果吸毒的人员执勤会产生什么问题啊？这个当然是有它的相当的严重的程度，好、啊，这个我们不可否认有严重的程度嘛？哈，不好意思，主席，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哈，这个刚刚我们前面的。罗志镇罗委员问到这个媒体的关于这个子弹击发的问题，我想问一下，这个谁可以来讨论哦？媒体写的写法是说他没有霰弹夹，然后就把它击发嘛，对不对？他是这样讲嘛？哈，他是在哪一个阶段把它击发掉的？是没有霰弹夹就直接击发？因为你们清枪程序什么，你应该都懂吧？知道，知道。清枪程序第一个是什么？清枪取枪，检查枪上有无弹夹。对，那在哪？他是在哪一个阶段的时候把它击发的？没有弹夹之后拉滑道两次，滑道固定之后检查钥匙有无子弹，没有子弹的时候才送回钥匙，才送回滑套再击发。对，如果是上哨之前，他会把。那我的意思，那他为什么？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他说他弹夹没有取下嘛？他最主要原因是拉滑套之后没有检视钥匙有无子弹。没有检视药物，又是有子弹，药室有没有子弹？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他原来有一颗弹卡在里面，他退弹夹之后，弹在里面滑套的时候没有看，然后就把它打开来开保险就击发了。是的，你的意思是这样子？是的。那你们觉得这是标准正常还是不正常？不正常。好，谢谢。其他人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吧？以后不会，绝对不会。好，谢谢蔡委员。请李彦秀委员咨询。姐，我想邀请公安局的周副局长，请周副局长。特勤中心的，请周副指挥官。好。委员长。副局长是早安哦，我想我还是接着前面几位委员的质询呢、哦。我想先问一下，上个月底的这个金正恩访问大陆的部分哦，是这个抢在川金会之前呢、哦，习金会之前呢、哦，那你们国安局做什么样的解读？对于这整件事情，我想有没有去做后续的评估？我们都有。委员，您刚刚的顾虑我们都有考虑到，那我们也都有针对各种的状况做一些分析。那么这整个北韩跟南韩以及朝鲜半岛整个周遭的区域安全的情势啊，也诚如委员所讲的是非常复杂的。那么每一个国家都有每一个国家各自的战略利益的考量，也都有各自国家的。你们都有完整的评估报告了？我们有。各项可能性都有。都有做好研拟。都有，是。那后续包括月底要举办了的这个两韩的高峰会，这大概是11年前到现在，大概这11年之间都没有办过哦。是。那目前可能会是朝无核化的方向去进行。是。那你认为两韩后续的这些沟通是真的善意呢，还是只是昙花一现？后续还可能有其他的变化？你们的评估是什么？我想因为这个朝鲜无核化现在是国际社会所追求的一个目标，
那么你的研判呢？我认为这个不是一次谈判就可以决定到位的，而是一个非常冗长长期的一个细部去谈判，去了解各个步骤要怎么做，以及他要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可能我举例而明，可能要什么样的一个公认机构来去北韩境内检查它无核化的标准，那它契合的标准要到什么，这都有一个标准程序要去协调，要去。所以未来你也认为说，在两韩、这个、包括北韩的这个无核化的发展，未来大陆也好，中国大陆也好，美国这两个大国的角色非常重要，对不对？是的，是的。好，副局长，那你有没有掌握到，就是说后续川金会是不是举办的时间跟地点有可能在哪里？你们有没有去做过研判？那我刚刚有跟蔡委员报告过，我们都有相关的情绪，我们也都做出一些研析。那有没有可能在北京？是不是北京？是不是你们研判的其中一个地点？不是。完全没有研判过这个地点。我只能跟委员报告说，我们都有研判，因为这要基于尊重他国的一些考量。副局长，那你有没有看到我今天关注到今天早上媒体的报道，包括后续四方会谈的整体的架构？现在中国大陆还不仅是在整体经济上变成主要全世界领导的国家，包括在东亚局势的变化上，中国大陆也非常强势的，未来跟美国要站在同一个地位来去处理两韩的问题。是。那后续这些问题，东亚的局势变化跟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我想我们是整个区域安全的一份子，那我们也一直都扮演区域一个奉献者的角色，我们当然希望区域的安全稳定是一个长期发展的一个。两大国介入整体的东亚的局势，如果两大国站在同一个战线的话，未来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东亚的和平当然是，我想是全世界大家都希望是朝这样的方式发展，是，但是两大国都介入东亚的整体局势，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我想他们不止两大国哈，这里面包含日本，包含这个俄罗斯，但是四方架构会谈已经排除日本跟俄罗斯了。我想俄罗斯跟日本都在后续有规划，我们目前掌握可能有五月有六月，那么他们也会加入四方会谈。他们可能是各自单独的双方会谈，那么后面会怎么样演变？所以那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我当然会，整个区域的安全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那么而且我刚刚我们未来去怎么如何去拿捏我们的角色，我们当然要考量各方的利益，我们当然要考量到我们国家的利益。副局长，我希望你们有考量清楚。好，我接下来我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哦，有关于元首我们蔡英文总统维安的部分哦。前天我看到媒体有关注到说，我们未来要耗资几百万元把我们的特勤随护人员变身人肉的 SNG， 要未来都要带着一个 DV， 只要总统到哪里出去我们就会有直播给国安局局长包括特勤中心指挥官等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鲍委员，远端的一个勤资系统不是今年才购置，远端的勤资系统我们已经实施了将近有三年，它是一个共同图像的一个表述，借由这个图像可以让看得到、听得到、指挥得到的我们的整个的勤收掌握平台能够更绵密。你们没有试用过？还没有？有试用过。有没有试用在蔡英文哪一次到哪里去的时候有没有用过？还没有。鲍员，它是一个异地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指挥的一个勤工的一个勤资系统，它这个系统可以让我们勤员第一线的主官遇到状况，在拟定跟下达命令之前，可以得到各方面的指挥所。当然，总统的维安，总统的维安非常重要哦。但是我要听，你们现在是用无线网络传输，对不对？这些资讯安全是。那资安的部分如何去做确保？我们大家都知道说有时候资安很有可能被破坏，甚至是前一阵子我也看到在中共的官方报道上面提到，就是环球时报就是说有一个媒体报道，就是说未来如果发生状况的话，蔡英文总统能跑到哪里去，就是我担心资安如果做得不够好，反而会不会变成总统的一举一动都变成真实上演的楚门世界，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东西传到云端，反而是让我们总统的状况，你们维安的整个 SOP 的标准程序反而完全被人家破解。
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有思考过，保委员，治安就是国安，我们也体认这个的概念，但是在这个概念前提之下，这个共同图像平台只有我们执行特勤勤务的编组人员以及上级单位指挥所，他才有掌握这个状况。至于您刚刚所讲的，在资讯传输的过程中，是因为人为的资讯传到云端去啊，我们有没有足够的能力确保确认这整个资讯传出去不会被拦截出去，讯息不会流出去？你有100%的把握吗？目前是有的，就未来不会有，是不是？抱怨我们会掌握。我还是提醒你，我这点出来是要提醒你哦。最近一连串的特勤人员的事件，包括刚才委员质询的，包括这个清枪发生状况哦，包括这个保六的这个整个警官的涉毒事件哦。是。我想请问一下，包括最近我今天看到媒体上有一篇新闻，就是说支援官邸宪兵营区。那你们今天专案报告也提出来说，总统包括从今年1月、3月，我们有动员3000余次的场次，是就是说我看起来你们都要加强整体总统府，包括蔡英文总统的维安。我们状况真的有这么严重，需要动员到这么多的人次警力？包括我们现在中爱营区，我们都还进驻一个营队去支援官邸，有这么严重吗？报员，这有两个问题来向您简单的做个报告。第一个问题，这个16万人次，它的警卫的对象是整体的安全维护对象，它包括总统、副总统。好，那包括支援官邸的宪兵营区，我们现在总统府已经打算围起来，然后持续的美化。现在总统府有面临这么大的压力，陈抗团体有这么的厉害，我们需要动用在加强警力人力的部分。去做后续的处理吗？报员，这个机动连它是国防部宪兵指挥部，它因为任务的需求做一些的兵力上的调整，我们可不可以请宪指部的副指挥官来跟您做个报告？委员好，我是宪兵指挥部的副指挥官，在这边跟向这个委员报告，有关总统府及总统寓所的维安的兵力啊，没有增加，它只是驻地做了一个调整。驻地做了一个调整，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做这样子的调整？因为我们主要是，包围原来我们他有没有顺便保护总统府附近的维安全？有没有？他这个安全维护这个部分本来就是一个区域性的安全维护，所以他我们现在调派的这个兵力驻地的调整，其实就还是在总统府跟总统寓所这个区域的安全维护里面的兵力在做调整，并没有从我今天从平面媒体上的报道，除了这个营区进入，你们还有加强其他的设备，未来打算维护总统的安全。我要提醒的就是说，当然总统的维安非常的重要，但是人事上的管理哦，我也关注到，就是说，包括刚才你回答蔡委员哦，你们回答蔡委员，就是说这个后续我们特勤队出包连连哦，那周副指挥官，我们有接到这么多的爆料，后续我们如何去杜绝这样子的状况，或如何去做改善？报委员，有关于法具的再教育、内部的再控管，以及我们稽核的在严密度的再提升，我们都已经完成了一个深切的检讨，也会按照你的指导。从新闻稿上，你刚才回答蔡委员说，他们后来去做笔录的时候，他说坦诚没有贩毒，没有卖毒给其他同僚，这是他笔录上所坦诚的。但是我们有没有针对于这整体的保留，到底有没有去验其他人有没有吸毒的状况？报员，有关于特定人员尿液检视的一个办法实施草案，目前我们局里面已经送给法务部在研审，目前还没有公布。外这个草案，所以还没有公布之前，我们不能去做测试，我们没有办法针对于这整个保六，或他有可能卖给其他同僚，我们没有办法去清楚的掌握到底有多少人有这个涉案的可能性。尿液采验必须要法员，报委员。所以必须要，如果法院一直立法院一直没有通过的话，那总统这整个维安人员如果有吸毒，那个状况可能有可能不断发生，也有可能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只能等待就对了。我们希望他赶快过。那你没有侧面去了解他的可能性，我们只能被动的等待。那我觉得难怪我们现在要加强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整体的维安事实上是非常松散的，状况连连。那如果也只能等待的话，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会出这个新闻稿说这个内容不属于侦查范围，本局不予评论？那你们现在只能做的就是加强反毒的宣导，扫毒的部分你没有办法做就对了，因为还在等待法案通过就对了。这有关于人民的权益的问题，有关于尿液的采验，它必须要有法源，我还是这点跟委员报告。那有没有去侧面，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去侧面了解？委员，你刚刚讲了个重点，侧面，这是我们干部的责任，我们加强内部的管控是目前的唯一的。所以你们就不能对外说其他人都没有，不能完全排除其他人都没有的可能性，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些稽核的手段，整体的评断是目前是没有的。好，那我要请问最后主席，最后三十秒就好了。你们现在我听说上次那个清枪的误击事件之后，你们准备修改规定，要求这个未来勤务人员要提早收假，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报委员，勤务人员提早收假还是延后收假，我们不会影响到他休假的权益，这点我对这个非常的重要，是不能因为一个个案而去影响到其他休假权益。但是我也认为这整件事情我们不能单从把他这件事情看作单一事件，是这两件事情，包括这个清枪的误击事件，包括吸毒这整个事件，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是会是整体性我们国安危情上面一个整体性的一个问题在，我觉得你们要好好的检讨。谢谢委员。好，那谢谢。对不起，王记，这个后续的记过会不会被逼退伍？这件事情，他不会逼退，没有，他现在还在工作岗位上，只是担任外围的警卫工作。好，谢谢立委员。谢谢委员。请林长佐委员质询。我们请副局长，请周副局长。委员早。副局长你早。我想我先就最近一个媒体报道的一个事情跟您请教，就是在六月份美国 AIT 新落成的时候，有媒体报道说这个可能因应有可能的这个高层级的官员的来访，所以会加强这个周边的一些维安的层级跟方式等等，可以就这个部分稍微说明一下吗？我想 AIT 这个大厦落成啊，这个时间点以及这个相关的这个确实的这个结疑啊，这些里程啊，可能还是要请 AIT 自己他做一个公布。那外交部好像有针对这个，我记得上次我们在这个委员会也有做一个报告，那么他们也都有掌握，也希望能够这个将这个整个的典礼的仪程啊，能够配合各方面啊，能够把它做到这个完善。那我们将会配合外交部以及相关的单位啊，做好一些相关的早期的这些预计。我相信现在应该包括美方也跟我们有进一步的这个讨论啦，应该是相关的需求应该也不会是我们自己在想嘛，对不对？是，应该我想主办单位应该会有跟他们有接触，因为本局并非这个业务的主办单位。好，是。我想这个接着我们进入今天的这个主题。是。那最重要的除了是刚才我们几位委员其实已经有针对相关维安的这个措施以及一些细节，这一次这个意外的一些细节做进一步的了解，但我想除了讨论这些细节以外，我想从整个组织规划层次来跟这个副局长讨论。是。就是其实经过了这段期间，我相信大家对台湾的这个整个特勤系统的了解应该大家都会觉得很复杂啦。是。对，我想特勤责任区包括这个内卫区、中卫区、外卫区，然后光是内卫区里面虽然是特勤中心负责，它是最核心的部分，可是它的成员又都 不是完全一样的，它的成员包括这个军警线都有，虽然都是 这个警安组啊这些，但是除此之外它、哦、还有这个总统府的侍卫处负责总统的这个随护的工作，侍卫处的成员有大部分是军方啦，所以光是内卫区其实成员就很复杂。那其实国外通常是一个专责的机构，不管美国日本都是这样，美国的话就是特勤局嘛，所以包括人员以及如何训练跟调度都是他们统一负责。所以我想接着要跟您讨论，就是说不知道国安局有没有就我们在整体的这个管理上面有没有可能让这个事责统一这个部分有做过任何评估吗？
我是不是可以跟委员请这个我们执行长来跟您回答，好吧？委员好，是就有关就是整个事权，其实来讲，特勤中心在几年前其实有做过相关的一些研究，就是说参照国外的一些做法，以及我们国内的现况，其实有做过讨论，但是有一些牵涉到就是法定修订的一个层级，所以说这个部分可能在未来还需要委员支持。我想现在的这个状况的确是很复杂啦，尤其我们从这个个案之后，然后我们开始去放大到看整个我们在处理这个特勤危案的这个工作上面，才发现原来是这么复杂。我们就几个部分来讨论，例如说内卫区的人员现在是不是都有接受完整的三个月的特勤训练？报委员，我是特勤中心的负责 A 官，我补充刚刚委员讲第一件事情是关于我们组织里面的目前执行的状况的一个疑虑。我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特勤中心在执行安全维护对象的警卫工作没有问题，这是确定的。那么我们整体的特勤工作的执行，我们由主管单位国家安全局只有一个招牌，国家安全局主其程，他会指导相关的五个单位来执行特勤的任务编组，包括海巡组、警政署、宪兵指挥部、总统府侍卫室以及调查局。那这五个单位呢，在特勤条例第七条里面明文的规定，它受我们来统筹运用，我们会执行四个编组，包括侍卫编组、便衣编组、武装编组跟警察编组。目前我们执行的组织系统状况是没有问题。我想进一步跟你请教，那是内卫区的人员都是三个月的特勤训练嘛？是由国安局来训练。是。那中卫区的人员呢？鲍委员，我在做新进人员的训练，跟您报告。四卫区的人员，他虽然要先完成新进人员训练12周，完了之后，是他不是马上到四卫区当安全人员，他必须要在其他的地方，像我们特勤中心。我现在问的是中卫区的，中卫区的部分是谁负责训练？中卫区都是大概都是由警政署来负责。看起来应该不是哦。中卫区都是警政署的。我们要不要请宪兵指挥部的说明一下？宪兵指挥部负责训练的是哪一块？他是负责内卫区。委员好，刚才有关中卫区的部分，我们除了寓所的中卫区以外，其他我们在莅临场所都是负责内卫区。那我们是负责内卫区，对对。好，那内卫区的部分，我们有区分的这个新兵的训练跟部队训练，那这个都会经过设站过关、合格签证完毕以后，包括完整的三个月的训练，然后才会让他，而且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核查核没有问题了，才会让他去执行這個特勤。好，那我们请警政署说明中卫区的人员的训练大概是。警政署，委员好，警政署督察室主任报告，有关于特勤的训练，在我们常年训练里面都有，那每年对新进人员都有在训练。是，那外卫区的人员是由哪个单位来训练？中卫区是我们。对，那外卫区呢？没有所谓外卫区。哎，有啊，就是有三个，这个内卫、中卫跟外卫，这是我们昨天跟这个国安局相关。报委员，他的最内层是四卫区。四卫区对，四卫区、内卫区跟中卫区嘛。是，所以四卫区就是国安局嘛，内卫区是警这个宪兵指挥部嘛。是的。中卫区是警政署嘛。是。那这样子的分配的话，那我刚刚问的就很清楚了。是。就是三个月的完整的训练，事实上是四卫区。是。然后宪兵指挥部的部分，它未必是完整的三个月，但它由这个宪兵指挥部本来的这个训练日常态的这个训练啦，是警政署刚刚的说明也是一样嘛，是就是它常态的训练，它并没有专门是负责这个特勤的，所以我刚刚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三个部分，其实它都是训练的方式也不一样，训练人员的这一个内容也不一样，然后以及现场调度，我相信你会说就是由这个特勤中心来负责调度。是。那我请问一下，那当这个我们在内卫区跟中卫区之间如果有模糊地带的时候，是由谁来做决定？鲍委员，先做一个补充，不管是中卫区的警政署，是内卫区的国防部宪兵指挥部，都有完成专业的训练，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刚跟委员报告了，我们有四卫编组。
我们有警察编组跟武装编组，我们还有一个编组叫做便衣编组。我们在兵力结合部，在内卫区跟中卫区的兵力结合部，也是委员比较在乎跟担心的。在内卫区跟四卫区的兵力结合部，都有我们便衣编组成员里面采复式编组的方式来实施。这个就是我刚才一直觉得，我刚才在前面一开始请教你们说，有没有考虑过把整体如同美国、日本其他国家，把它变成一个单位来统一训练跟调度，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相信，对你刚才讲的这样子的方式，如果它没有问题的话，就不会发生这个不管是哪一区的这个人员在调度上面的这个控制跟管理上面，它归属上面有一些疑虑。这个也是我邀请你们国安局的人在前面这几天来报告的时候提到的。是，他没有办法确定当我问他，当这个中卫区跟内卫区发生一些权责上面的问题的时候，到底应该由谁决定的时候，他说他不确定，因为现场也有可能发生临时紧急的状况。而这个临时紧急的状况，如果他的权责规定是不一样的时候，他就有可能会发生现场混乱的情形。所以我在这边其实为什么要拿这件事情出来讲，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这个训练，我认为所有的特勤训练，不管从这四卫区、内卫区到中卫区，乃至于到后来的调度，应该都要同一个部门来决定，那它才不会造成一些混乱的情形。那而且事实上，为什么台湾会有这样子的结果？就是为什么我们特别这个有这个层层互相牵制、层层节制的这个结果？我相信国安局，我们昨天有问过你们的人员啦，也看过一些相关学者的研究跟报告。台湾之所以会跟其他国家有一些不一样的结果，也就是说，我们专门为这个总统或是政府高层做的这个维安，它居然是有很多复杂不一样的这一个势力、不一样的部门掺杂在这个里面，然后在这个管理的这个权责上面也不够那么清楚的原因，其实是从旧时代就一直遗留下来的。如果各位有看这个学者的这个报告的话，我们也很愿意再跟你们分享了。其实从清朝时代就已经是这样了。他担心的是怎么样让这一个怎么样不会发生政变，怎么样不会发生因为单一的这个权力中枢导致这个维安反而变成了挟持总统的情形。但我相信今天这个民主时代应该已经不是这样，我们怎么样让四则统一，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要去思考然后进一步来改革的。我没有办法完全接受刚刚特勤中心您讲的这个完全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如果完全不会有任何问题，其他国家应该不用想办法让他四则统一啦，那也不会造成我们今天这样子，我们同样的这个状态。当我们要去保护行政院长，要在负责行政院长维安的时候，其实我们没办法拷贝过去，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同样的这个特勤的系统，我们不可能用保护总统的这一种模式建立起来的一个 SOP 拿去保护一样我们最高层的这个政治中枢。但是在美国，他们在保护这个维安国务卿的时候，就是用跟总统一样的这个方式嘛，就是特勤局嘛。所以我在这边要讲，就是我们过去留下来的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结构，导致我们现在很多事权不统一的这个结果。而我们跟国际上比起来，我们就是很特别。有啦，其实我有发现有另外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就是中国嘛。所以我想，我们不一定要跟着这个中国他们一样的这一种方式，我们应该要走向现代化的这个特勤维安的方式，它也更容易能够一条边的去来保护我们这个行政院院长的安全嘛。谢谢。好，谢谢林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吕玉玲吕委员。谢谢主席。请主席帮我请四卫四的林主任，国家安全局的周副局长，特勤的副指挥官，我们的周副指挥官，还有我们宪兵的冯参谋长，警政署的杨督察室的主任。好，以上人员请就备询台。委员长，各位，我们国会啊，最关心的就是我们各个情报单位大家的那个情报的流通的情况，但是我们看到都各自为政，我们所担心的就是你们的本位主义，所以很多单位不知道情报没有互通，所以才造成今天的事情，就是。我们关心的去年十二月总统官邸的情形发生之后，
我想请问你们有回报吗？谁负责回报的？回报给谁？总统知道吗？主任，跟委员报告，在当下事情发生之后，我们立即对王源做了一个适当的疏处。那在了解整个过程之后，侍卫长在第一时间就跟了总统办公室主任以及秘书长，还有我们公安局局长做了一连串的回报。你们回报的管道是怎么回报的？口头还是什么方式？口头回报，以电话回报。所以总统应该是知道的。是的。所以你们也就这样子惩处。事后我们交由整个王源归建之后，由特勤中心来做整个通盘的检讨。检讨，我据我所知，你们已经有签报到国安局去做惩处了嘛？是的。是吗？是。副局长，周副局长。肯定。已经惩处了。是我们当天发。案发的当天就已经有派员去了解跟调查，特勤中心有对全案发生的经过都有做一个全案的检讨，那么后续也有加强一些训练作为，也有一些标准的这些作业程序啊。你们都检讨了，可是我们是说当下你们的所有情报没有互通。没有，我们都有回报，相互之间都有互通。这是我们很担心的。是我跟委员报告，我们每一场任务，每一场的出动的任务，我们都有设定一些当地的指挥所。那你如果说今天都有互相的回报，这个，不是本位主义，你们就应该要知道，因为你们互相的通报之后，每一个人的任务上的派用才能够发挥它的功效，对不对？要不然都不知道的话，有任何违安的话，你各层级都会发生有漏洞疏失的地方，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任务前，那针对这一位在这个倾向的时候发生这种情形的人，你们的解释说身体状况，或者坐夜车，或者打电动，或者家里情况，这些情形你们都是这样子说了，也许是你们的借口，也许是你们的说谎，但是我们的机制里面就是有一个人有状况的时候，有三个代班的人员，这三个代班的人员就是个机制，你们为什么没有启动？如果你知道他有这个状况，怎么可以让他上勤呢？对不对？你们说情资都有通报啊，为什么都不知道呢？包括我们社会室，包括我们的国安局，包括我们的指挥官都要知道，是不是？为什么让他上勤？如果说他只是个人的话，他的疏失就算了，如果他背景你们调查，万一有任何其他状况，总统的维安就是这样子马虎的吗？所以今天告诉你们，就是我们有机制，你们要去执行。是有代办人员，有他的状况，就不要让他上勤，互相通报。是再过来，我们要你好好的检讨这次的大漏洞了。那我给你看一下，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我们在整个我们总统寓所啊，他的这个整个图片，我给你先看这个图啊。这个是周刊里面登出来的。刚刚你们讲说内外内外，其实啊，总统的这个寓所这个分了三层啊，车库一层，内墙一层，外墙一层。我们用了这么多的钱，花了2500万买了豪华车、防弹车给总统，就希望总统的安全，把车子开到车库离他寓所最近的地方来停放啊，总统下车才能够达到安全。但是我很好奇。也很奇怪的就是周刊里面讲说这个车库现在改成总统他的狗的狗舍啊，是不是有这件事情？报告委员，我们的车库一直都在所谓的外这个内围墙之外。那这个车库是不是改成狗舍？这一点之前是怎么使用我不太清楚。你怎么不清楚呢？但是我们你是侍卫室的主任呢。报告委员，我们的车库一直都在我们外围墙周边，内围墙周边，更正。那这个图是不正确吗？是的。那你为什么第一时间不说不正确呢？为什么他的车库会放在内墙跟外墙？据我们所知，车库是离寓所最近的位置。是的。你今天讲这句话，你就要负责任。你说原来车库不是在这个地方哦，原来就是在我们就在内围墙周边那一线，我们总统内围跟外墙的周边两个的中间，我们有分过两个围墙，寓所里面有两个围墙。
内围墙跟，所以那离外面是很近的，是不是？离外墙很近，还有一段距离，但是离内围墙就是内围墙的周边，对。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如果有心分子一个汽油袋丢进去，是，那整个座车不就燃烧起来了？是，委员，对不起哈，因为这张图哈，我们不能做说明，请委员能够谅解，因为这是整个维安的一个。今天我们说，因为有这个问题，是我们是担心总统的维安。你如果把车库改成狗舍这样子，这个总统不在乎的，我们花了2500万买这个车子，就没有它意义了嘛？我想委员，有任何状况是靠车辆撤退的，对不对？我们这都有既定的位置，有既定的规定，那现在的位置有既定的防范，我想这都不在内围吗？这个位置我要问。我们事后可不可以请？因为有分三层嘛。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个车库是在内围吗？是我们事后请我们警卫室主任跟您单独面报这个位置，好不好？因为我们在这个场合，我们不适宜讨论这个位置。因为这个图已经被公布了，如果不是，你们就澄清这不是。不是这个图，你们都没有说明，所以我今天特别把图拿出来。是。谢谢委员。好，这个你们该澄清的就必须要澄清，好是好不好？不要造成大家的疑虑。是。那接下来我要问一下，就是大屯火山的防灾演练，这个演练啊，主要区域是士林跟北投。那士林跟北投，如果说今天火山爆发了，我们总统在总统府或者他官邸，这个区域属于中正区耶。那你们如果演练只是士林跟北投，那中正区你们要不要做个撤离的动作？这个整个台北警政署主任吧，督察室的主任，还是谁能回答这问题？还是国安局来回答？你回答好。鲍委员，在我们的警卫计划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应变计划。这应变计划，今天我是问你，在总统府跟总统寓所，如果这个大屯火山爆发了，你们怎么撤离？我们有多条的机动路线。那今天有没有南撤？往南撤？如果发生了，还是只有大屯只有士林跟北投，中正区就不撤了吗？这个有关于整体的安全维护，我们都有计划备案。我提醒你们去做好这个灾害的一个评估路线，整个撤离的方向。这个要预备的、啊，对，总统的安全非常重要啊，没有错。所以大屯火山若爆发，怎么会不影响到中正区呢？当然会，是不 是, 是？所以这个维安不只是士林北投，所以你们也要参照，好不好？知道。那最重要的，今天有一个新闻啊，在3月30号，中国官媒的《环球时报》特别刊出来说，解放军这个特别的他们的中将、啊、在南京军区前的副司令员王洪光的文章里面特别报道，解放军的驾临台湾，台湾日就是蔡英文要往哪里跑？解放军若驾临台湾，蔡英文要往哪里跑？有七项，这七项的这个文章你们有没有看到？我们不予置评，不予置评。那这七项里面有没有我们的选项？报员，我们有既定的计划，很周延，我看过了，请委员放心。这七项都没有吗？报员，他乱讲的，这七项都不是我们撤退的选项。这边说明啊，我不能在公开的场合跟您说明。如果您需要的话，我们下去的时候会把相关的计划来跟您做一个报告。我是希望文章如果看到，针对这个文章，你要去防范。知道。他这七项里面都堵死了你们所有的出路，都洞悉了。所以你们未来的策略因应该如何做，这个你们要关注，不要说没有看到。我最主要是希望你们看到了，做好防范，这才是重点的。谢谢委员提醒，好不好？是。那接下来就是刚刚也有委员提到，就是我们的陈抗，陈抗在今年的1月到3月这三个月时间啊，16万人次、欸、如果照我们的数据知道，到去年10月啊，68000的人次，等于重复了他们要有三次，有三倍之多。一个人等于要执勤出这个人次，大概有10次之多。所以我们看到这陈抗，你们是怎么去评估？必须要有像着巨马啦、琉璃刺网啦，这样子来做。像一到三月有这个陈抗的吗？你们怎么评估的？报员，我们在每一次执行勤务的时候，会考量三个因素。
包括节目的性质、地区的特性，还有当地的一个预警情资，这是重点。我们不是每一档勤务都有实施您刚刚讲的这些的主角器材，我们完成了兵力的初步的部署之后，结合安全的措施以及相关，谁决定的？现在谁决定要这样子的所有的沉抗的那个作业需要的多宽的面积，或者是要多少警力，或者是需要巨马、围篱，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流刺网等等，这是谁评估的？因为我接到很多警察跟我陈抗，跟我陈情呢，他跟我陈情说，到底还要多久？我们在这边要做什么？风吹日晒，我们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希望你们好好的评估啦。是，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立法院啊，高度警戒啊，是像个那个监狱一样，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个巨马跟这个流刺网撤掉？报员，我们要结合预警情资的多少跟它的强度，这是由地方治安单位他会做一个评估。我需要做好评估了哈，不管是现任总统或者是以前的卸任的马总统，这个人次啊就是这么多了。是，我希望让我们的警察不要太累了，不必要的这些做这些陈抗的这些准备工作，不要动用到这么多人次，好不好？是，谢谢委员体恤我们警政署还有我们任务编组的同仁的辛劳。谢谢。好，谢谢李昭伟。好，请回来。接下来我们请马文君马委员。啊，谢谢主席，麻烦请总统府林主任、国安局，还有县，请林主任、县指部、我们周副局长，还有我们的冯参谋长。委员早。早。想请教一下哈，最近有今天刚好有一则新闻，就是说为了强化总统府跟总统官邸的维安，有。我们除了军方成立宪兵快速反应连以外，总统府也在总统府四周设立警官围篱，然后特勤中心也恢复火力随护车跟机动的护卫队这些相关的措施。日前其实也有军方也指示了要把宪兵部队一个营直接进驻到总统府后方的中爱营区，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好，委员，我请周副指挥官跟您回答，可以吗？二要就好了，好不好？有没有这样的事情？要移一个营到中爱营区？报委员，我是宪兵副指挥官，没有这个状况，没有、这个、没有吗？没有，确定没有吗？确定没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新闻？我们只是我刚其实我们在总统府也好，寓所也好，其实他就有固定的这个警卫兵力，只是做了一个就这两个的警卫兵力啊，做了一个驻地的调整，兵力没有增减。报告完毕。兵力都没有增减，确定吗？确定。因为我们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吓一跳啦，因为会发生这样的状况，万军车已经变成万军车队了，还有刚刚前面我们讲的这些措施，甚至宪兵的火力营武装部队如果要到总统府，我们担心其实只有两种可能嘛。好，你们刚刚是已经否认了啦，不过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第一我们担心是不是要武力镇压，因为陈抗问题比较多，你宪兵其实是一个武装部队，我们担心是不是戒严要开始了。第二就是是不是要开战了，因为从最近看到很多斩首行动，刚刚委员也有提到是不是有相关的情资，因为你不能只有总统知道，然后只有他可以防备，其他人民都没有准备，这个是我们比较担心的。那刚刚参谋长其实如果已经否认了，我相信这个可能也要让大家更清楚的知道，是因为这是官媒哦。是，谢谢委员。他们提出来的。那另外刚刚有提到，我想请教警政署。还有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立法院周边我们的这些刀片、蛇龙、巨马等等什么时候可以撤？我想再请教一次。
这一部分呢，我们会请那个辖区的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他们去分析研判后啊，再做怎么评析。今天有陈抗吗？那这一今天有没有陈抗？因为他、上个礼拜有没有？未来会不会有？有上次柯市长已经拆掉了十几年的台赌的这些在立法院周边摆的摊位，那个没有什么特别，那个已经也是妨碍通行啊。照理说早就应该要针对他们可以申请，可是是不是适当，这个是一个。那八百壮士也拆了嘛？可是我们比较质疑的是，这个会伤人的。前几天我们听到立法院内就是警卫跟那个清洁人员的对话，警卫要那个清洁人员说：“哎，桃姐，可以去挖卡呀？那个里面的那个树叶这么多，你应该去扫一扫。”那个清洁人员马上回说：“哎，你要害我嘿刮人呢，刮人呢，嘿我那刚去扫。”清洁人员没有办法清扫。为什么我们立法院周边可以定期，而且可以把它拴在我们的人行道上？什么原因？啊，这一部分我们请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来检讨改进。要改进吗？什么时候？而且，因为既然没有陈抗，你就不应该常设在那里，那个连经过都没有办法经过，人民应该走哪里？这是人行道。所谓的人行道，其实你没有特殊状况的时候，现在立法院周边还包括那个监狱，你未来如果总统府的围篱设起来，中国字有一个字，四四方方围起来，里面一个人，那叫什么？囚。台湾已经到处都是这样的景观，立法院也是，总统府也是。我们要那么多的情资，要那么多的人力干什么？我们除了做这些以外，警察的调度也是怨声载道，基层的声音，我想你们可能没有听到。我想这个部分希望可以好好的去检讨一下，不该设的就应该要把它撤掉，不要政府当最大的违法者。接下来我请教。谢谢委员。所长什么时候可以做到？您说要请那个对主任。什么时候可以做到？这一部分我们请台分去评估，能尽快就尽快的处理，就把它处理掉，可不可以？不该有的时候就应该拆嘛，你不应该占住人行道，而且危险的要死。你平常你去那里走看看。接下来我们请国安局。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从上个礼拜更早之前其实我们一直在提醒，就是说以目前美中他们所有的一些做法。还有很多很多的谈判，还有我们周边的情势等等。其实其他的可以请回。其实对我们相关的台湾的一些情况跟发展，是不是有一些伤害？比如说美国他所提的钢铝关税，然后台铝法，甚至表面上好像要制裁中国的中美贸易战相关的等等。其实台旅法也让我们很紧张啊，让很多的中共的武装其实更紧密，然后更密集的对我们产生威胁。钢铝关税也是，到时候台湾其实也没有被豁免，台湾也是受到很大的伤害。另外还有就是中美贸易战，我们台湾整个供应链跟着倒霉，其实伤害最大的应该是台湾。不过我们很奇怪，台湾每被打一巴掌，还要拼命的谢谢美国。那这个部分包括 M503 啊，包括川普要跟北韩谈判，他先搁置了跟南韩的谈判。那在这些显示的目前的这些状况，国安局有什么看法吗？我跟委员特别说明一下哈，刚刚有很多委员都关切这个问题。我想整个区域安全的情势啊，目前由于北韩这个跟中共会谈之后啊，牵动了一个很大的改变。那么各方也都期盼这个整个东北亚的情势啊，能够因此而降温下来。那么我们现在各方来看，金正恩所采取的这些步骤啊，跟谈判啊，无非是要替他国内现在目前所面临的一些窘境啊，找一个出口或者一个解套的方法。那我们从过去历史上北韩不断地借由谈判而获取北韩国家的最大利益来看呢，
我相信他有他的战略考量，跟他有他国家利益的考量。好，副局长，您刚刚有提到北韩，其实他的这些举措动作，他都有他的战略考量。我现在想要请问的是，台湾的选项是什么？当然，台湾有没有战略考量？因为北韩看起来他的动作其实是达到了、哦。未来，因为我们一直在提醒，我们现在看看这些新闻相关的。之前我们在质询的时候，很多我们都讲在前面，后来事实上它都是这样发生了。陆续这些我们看到的这些新闻，比如说台旅法的这个部分，比如说像我们关税钢铝关税这个部分，豁免了很多很多的国家，可是台湾没有被是被排除在外的。然后川普热线的时候，他们现在习近平跟他们提到要美中韩朝要提和平协定，万一如果美国也答应了，他们从南韩撤军，然后他们可能废核，那现在像日本跟澳洲，其实他们可能要做一个调整，对不对？是。那台湾呢？我想跟委员说明，刚刚委员所提及的状况，我们都有就各种不同的状况做过研析。那么我刚刚也跟委员有报告过，就是不管朝鲜跟北朝鲜、北韩跟任何一个国家谈判，绝对不是一次就可以就定位的。不管他跟川普谈判，不管他们谈多久，我想他会延迟很长。如果过去美国也许不会同意啦，是，可是川普总统不一定是。川普总统他是商人的个性，我们已经看过很多次，他所作所为其实都只是为了美国的利益，甚至想要用其他的筹码，把台湾当筹码，把韩国，其实这些都是他的筹码。我们被牺牲掉，我现在要知道的，本席要知道的是台湾要怎么做。因为你要把最不利的状况，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包括我们以为很我们台旅法我们通过的时候，我们台湾很高兴啊，还谢谢美国。可是事实上对台湾没有造成伤害吗？它未来会造成台湾的动荡是什么？我们一直强调台湾不是以色列，我们可能是巴勒斯坦。我们看到这一张照片，前不久以色列去攻击巴勒斯坦，台湾如果被这样当成筹码，我们可能会是像他，这些状况是我们不乐见发生的。可是国安局必须及早因应。是。看现在的局势发展，其实台湾是在比较危险的边缘，我们好像都没有提醒我们全国民众这个部分，只让大家觉得美国对我们是友善的。如果是友善，叫他卖给我们 F-35 啊，叫他卖我们潜舰啊，提供关键技术啊。希望把我们的那个关税减免啊，可以让钢铝台湾可以豁免啊。如果他对我们是友善的话，如果他们把我们当成是友好盟邦的话，他就应该这么做。看起来不是这个部分，我想国安局要做一个因应，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想法，在会后可以提供比较详细的一个战略的思考，是，好不 好？谢谢，谢谢委员。请黄伟哲委员咨询。主席，各位同仁，各位长官，是不是请保六张总队长？请张总队长。总长，你好哈。其实今天好几位委员都已经关心过了哈，前这个保六关一队的组员郑姓警官呢、那个情形就是说我们警官一队、警官二队，因为他身负元首、副元首、院长、这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国内重要的长官的这个安全工作，那么请问他们要进来这个队的
基本上的考核是怎么样，他说是怎么样可以进来这个队，他是体能特别好，思想特别纯正，生活习惯特别好，还是三家祖宗几代都清白，身家清白这类的。你开个麦克风吧。要进到第一警官队跟警官 二大队的条件，就是在警察大学他即将毕业的时候，他可以写这个志愿，填志愿，这第一个。第二个，志愿填完以后，意愿啊，对。第二个，他要依照这个意愿啊，就由学校这边啊来做一个考核跟筛选。那再来就是我们保留总队啊，就会组成一个相关业务的部分啊，去学校这边哈。第一个阶段先做心理测验啊，就是在智商的部分要通过这个测验。那第二个就是体能的一些测验，第三经过面试，经过这些通过以后才有机会进到我们这个单位来。谢谢。还有这另外特别的受训吗？对，当然进来以后还要经过这个特别的训练。好，谢谢。那进来以后受训结训以后，就确保他那个时候的是很好的嘛，身心状况、体能啦，或者说他的是很好的。那接下来在职的时候，需要定期接受什么样的？在此的时候，除了保持既有的一些训练啊，这些训练包括学科跟术科哦。那学科当然就是一些警察方面的，以及特勤方面的，以及现在目前相关应该具备的法令的知识，是像这个两性关系啊等等这些问题以外，那再来就是我们必须要经过体能的训练，最好是杨主任也一并哈，拜托。请说。好，再来就是我们警政系统有一个考核的机制，也就是说必须要在每四个月每一个同仁包括干部四个月就是要经过很严格的这个考核的机制。包括哪些考核？包括他的思想，包括他的价值观，包括他的能力，包括他的交友状况，以及他的工作上的表现等等，会影响他任何影响他心理跟他专业表现的都要考核，对不对？是会影响他专业，比方专业表现就是表现像个官一队、官二队，这个维护首长安全，这个的他的职业表现就这样嘛，对不对？是，那会影响到他的任何因素都要考量，对不对？对。包括毒品吗？包括烟酒？毒品这个东西就是要看他的平常的交往啊。但是因为现在毒品潜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同仁啊，在网络的这个世界里面可能在这个交往的私密性部分，这个部分，干部比较不容易发现。你想想看呢、这美国总统的维护美国总统安全的密情局，他会让他的这个组员，所谓说他的所谓的个人思想自由或个人的私领域里面。所以国家不管他吗？不会吧？不会，对啊，所以你要去管他。是，那结果呢？这次不是你们内部查核查到的，这是人家路检捡到的呢，检查到了的呢。那你们就照理讲，痛定思痛，举一反三，你应该是赶快这个全队官一队、官二队，甚至整个机制查核机制有破洞了、漏洞的话，赶快健全这个机制。整个人员现职的人员应该赶快去做全面的检查。是做了吗？有，报告委员，我们、有发现吗？当天以后，我们就即刻要求我们这个一大二大的这个大队长以及相关的队长即刻对所属的成员做一个清查包括他的这个交往以及他的平常的生活。在外面的状况，该验的验了吗？这个验尿的部分就是还是要依照相关的法规。我建议啦，这个其实因为毒品你也知道，其实您身为警务人员很多执法人员都知道，毒品使用毒品是到时候是为了那个瘾头来了，是六亲不认的了。他管你什么国家，管你什么职责，管你什么长官，那如果他真的被药头控制了，那怎么办？你的思想查核也查不出来了，所以你不要就你固然国家有法律就是说因为这隐私权你要验毒验尿或者验法毛法这个需要的，那你可以让他进来的时候就填志愿说、切结书啊，愿意接受这个因为工作执行任务的需求你难道你可以容忍因为隐私权的理由，因为人身自由的理由而
让你的队里面潜藏有毒品使用者甚至贩卖者吗？包括我们对内部的清查考核啊，这个部分是警察人员、本来就是有要求的、那至于特勤人员现在正有、他要求的强度跟要求的规模跟他广度应该更强啊，是不是吗？是，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制度你要去重新调整了、主任我请问一下，这一次高雄因为啊这个路检我们特勤中队、这个看到这个路检然后发现人家携带枪、这太因为原先还不知道他有带枪，是要求他下车接受盘查的时候手里拿了一把枪，那枪刚好有卡弹没有办法激发，然后开了22枪，就变成全国的这个瞩目的焦点，该两员该两位亮两位同仁啊被认为说是这个国家是被人民众的英雄有没有，然后大家一片好评有没有，然后现在讲说破格擢升有没有，署长也说要破格擢升了，那请问我们是板桥分局是吧，这次验找抓到那个用毒的哪个分局的啦？永和分局啊，是永和分局，永和分局。那他找到这个警官一队的组员，虽然说他现在不是在线上负责元首、副元首、院长维安的组员哈，但他毕竟是组员啊，警官一队的组员，他查到自己人，这个算是重大的情形，有没有怎么样加奖他？这部分有，他查到毒品人口，他这都会有奖励的。不，你查到小屁孩。在街头这边用这个打 ketamine 或者 打这个根、你查到警官一队、警官二队的长官在施用毒品、这不可同日而语、是不是？这部分我们回去研究看是不是可以。你如果找到这个东西，跟找到跟那个路边临检、临检到酒驾啦，临检到这个试用毒品，或者是这个看到可疑人口犯这个辖区内的犯罪可疑人口啊，这可能毒品的高风险群的人口啊，你找到他，那是不一样的啦。那、怎么特勤中队这个冒险犯滥，这个开了22枪，找到移动军火库破格擢升，你找到这个警官一队的，这也是很重要的。万一事情继续发现。你从他从去年106年9月到现在也过半年了，从万一他因为药瘾头来了，被上面的药头控制了，控制他做出一些对于这个首长安全不利的行为，甚至泄露一些首长重要的情资给应该不该泄露的人，甚至那你怎么办？那危害不可不大，不可说不大，何况他还说他有贩卖，那到底贩卖谁？我觉得其实这部分对于第一线的远景、我觉得其实你还是要有一个适当的嘉奖，好不好？好，这份我们回去研究。是。好，另外一个，我可不可以请问，这个国安局周副局长，请周副局长。委员好，副局长你好。对于这个永和官邸传出这个枪响的这个事情。是不是有媒体问过您啊？您有说过说这个不是国安局的业务，有没有？这到底元首的安危，还有这个特勤中心的组员、特勤人员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这个任务的表现，是不是国安局的业务、到底是不是？我们国安局要负总的一个协调合作管制各方面，依据特勤的条例。但特勤中心是个独立单位吗？特勤还是隶属于国安局的？它隶属于国安局。啊，对啊，那怎么说不是你们的业务呢？是不是？副局长，你的手表有点慢了，你以为现在还愚人节吗？我觉得该是你们的工作，你们就担起来。然后该怎么样惩处，看怎么处理，制度怎么处理，行为怎么改善，人员怎么惩处，这部分跟国人交代，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可以接受，因为过去也曾经发生过。是，但是不要一句话就说啊，这个高文博关黑，这不是我们的业务，这样子不好，好不好？谢谢部长，谢谢。好，谢谢委员。
等会在王定义委员咨询完毕，我们休息五分钟。现在请王定义委员咨询。好，谢谢招委。首先我先请我们特勤中心副指挥官周副指挥官，请周副指挥官。另外，我们的督察室主任杨崇德，请杨主任。那曾经担任过警政署长，我们的陈国恩副局长，请陈副局长。委员好。好，我们要厘清一件事实哈，先要把基本的真相说清楚。我特别请陈副局长上来，就是他担任过你们警政署的署长，他对于两边的业务都相当娴熟哈，所以待会请陈副局长。我问的地方如果不对的话，马上纠正。我觉得正确的讯息在现在的台湾社会非常重要，错误的讯息导致的仇恨、导致的偏见太多哈。我看第一个这个部分，我们清枪的安全标准基本程序，这是警政署的。请问一下，我们国安局的清枪程序跟警政署有没有不同？三位，有，我讲一下好了。对，我们打开麦克风回答好不好？才能做记录。报员。整个大方向是一致，应该是一样嘛，哈，是，所以我们就来审视我们的清枪的程序。第一个，要选定安全的清枪区域。那我先请教一下我们的副指挥官周副指挥官，是我们安全的清枪区域怎么选择？有没有一些规范？安全清枪区域它是结合营区的特性，还有个它的清枪的一个地点，或者我直接这样问了哈。我们的总统官邸是不是一个清枪的安全区域？它这个区域经过，或者说我们的勤务大厦、指挥大楼，勤务大楼、指挥大楼，它是不是一个安全的清枪的区域？你们会选择那边清枪？是，都通常在勤务大楼清枪。它是背对官邸，面向墙壁，在勤务大楼进行清枪。是的，所以所有的特勤人员都是在那边。就基本上，如果在里面的话，对，在官邸是这样，在官邸的话是在那边清枪，是的。好，这第一个程序哈。那第二个要有督导官在场，所以清枪的时候要有督导官在场嘛？是的。那这一位清枪的这个特勤人员，他的督导官是谁？是一个抹上校。他在吗？他在。他在现场还让他这样清？他在现场。他在现场还让他清枪？程序完全不对。他有整个的一个程序，他是负责下的口令的。他下口令嘛，我刚才听了你回答其他委员的询答，这一位特勤人员的清枪程序几乎完全不符合。是的，特别到最后还要试射一下，拉一下打一下，这不是他的问题啊，督导官也在场啊。是，那我觉得督导官的问题比他还严重。督导官也有接受惩处。我先不讲惩处，那是另外一块事情。知道，怎么会有督导官在场？一个清枪，连部队里面一个刚入伍的军人，以前在新兵受训的时候，前两个月要学的就是这个东西啊。这个清枪的程序，督导官在场，等于两个人同时容忍这样子的违背标准作业程序，所以我可以大胆的推论，你们所有人的清枪根本都没照程序走，否则怎么会连督导官都这样子？报员，这是个个案，我们也检讨了。不，个案是一个人呢、啊。是。督导官在旁边，你就不可能跟我讲个案了，因为督导官要看好几个人了。清枪可以随便乱清，不看里面钥匙里面有没有留一颗子弹，完了之后手都不能进到护工里面，更何况是急发。如果他一个人精神有问题，头脑有问题，训练有问题，你现在连督导官都在旁边，你怎么可以告诉我是个案？你督导官在督导什么？督导官的工作是什么？是不是下指令？第一动，第二动，第三动，每个动作都要口令要求他执行嘛？请问一下，这位督导官有执行吗？我们还原的事实的经过，他是有做的。那变成我口令叫你下第一动，你在那边给我开枪，当然没看到啊。当然，他本身也有疏失。这不是疏失嘛？你们的动作里面哪一个动作是可以把枪击发的？那我督导官在下指令，第一个拉。下指令的时候，每个指令还要确认他有没有按照指令做才对嘛？是。那他已经不照指令做了，我讲我的，你做你的，这哪一国督导、啊？
这怎么是个案？这是烂掉了。是，所以如果一个单兵这样子，我都可以接受。说人嘛，五个指头出来，有人，有人针对的临时有状况，我不敢要求你们单位万分之万百分之百没有问题。可如果两个同时还出现这样瑕疵的话，这是管理问题哦。然后后面关保险、取下弹夹、指头误深入护工或触到扳机，一直到最后面拉两次做确认，这个都是警政署的部分。我请陈副局长，我们过去的署长，以你在警界跟国安局这两边都服务过，你会觉得这是个案吗？对，跟委员报告，我想在警界也发生过，在警界也发生过了，就是因为都是个人的疏忽造成这样结果。那当然这里面有督导官，有些标准作业程序，但是可能是都没有做好才会发生这种事。督导官也没照标准作业程序，清枪的特勤人员也没有照标准作业程序，两个都没有做标准作业程序，而两位都在贵单位服务相当的时日了，他绝对不是第一天了，他绝对不是第一次这样清枪，你信不信？养成习惯了，无所谓了，墨菲定律，它会发生就一定会再发生一次。如果我们不针对问题来解决，粉饰太平，就是啊，这个人个人问题啦，这个人就调离现职就解决了，没有，你没有改变那个文化，你们有没有去研究他这种清枪动作做过几次啊？只是这次倒霉啊，里面有颗子弹啊。鲍委员，当事人来我们特勤中心这个大家庭，他已经服务了将近六年多，不是菜鸟了。我有约谈过他，他对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非常的羞愧，不是羞愧个人的修为。我现在跟你讲的是国家总统在宪法里面是一个机关，他不是一个个人。你们在保护的是国家机关的安全。如果是一个个人出问题，调离开心理辅导就好了。如果是整个管理松散掉了，没有按表操课，连督导官这样的话，那这个问题就不是一个个人或训练不足或要求不足的问题，是这整个体系讲一套做一套，这整个体系标准作业流程根本没有遵循，所以我才拿一个最基本的清枪流程来检查。我光这样调查就可以开始要查上一次什么样清枪的，上一次的督导官是谁，上上次是怎么清枪的，上上次的督导官是谁。如果每一次都一样这样清，督导官都无所谓，那我可以推理其他人员类似这样清枪，那你们单位麻烦大了。我们检视过了，不会这再有这。你现在一定要跟我讲不会啊！你跟我讲会，你们整队要解散了、啊。我们都尽量用最大的资源支持贵单位，谢谢。可是这个点不能这样子就过去。是，你们这样子过去的话，我相信不管是陈国恩副局长或者周美武副局长，你们是老经验了，你们要去看一下。这如果是一个单位积弊成病，久了视而不见，等到不小心激发一次，哦，才惊觉，赶快把这人处理掉，单位名誉恢复就好了，问题没有解决。你们三位先请回座，我接下来请留那个我们警政署的督察室主任杨崇德杨主任。杨主任，我们刚才在讨论特勤勤务啦，或者是针对陈看的部分，很多我们的同事都有一些意见，但我觉得警察执法本身是一个辛苦的工作，因为辛苦，你面对的民众不管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政治主张，对执法的人来讲，你们只有一个，就是依法来处理。不管这些人讲的话我喜不喜欢听，我依法保护，依法逮捕，依法执法，这才能维护国家执法机关的基本尊严。不会因为喜好，哪怕站在前面的是自己的亲人犯法，你还是要抓，对不对？哪怕前面站的是 你的长官，自己的同僚，就像这次吸毒被临检到了，我反而夸奖那个临检的人，警政署应该表扬那个临检的人。我临检到一个警官，特勤的警官，带着安非他命，我照常举报，这才是好的警察，依法一套标准。我现在请教你这个事件，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完整的报告。在最近一次反联改的陈抗里面，你看这一群人，其实我这个还弄比较轻微的，有一个年轻人，他什么事都没做。这个台北市民，一个年轻人，只是骑摩托车经过暨南路那边，他每天要经过的路，他哪知道今天
围起来不能走了，而且没围，那只是因为年轻人时髦，有的人会喜欢贴韩剧的旗子，他贴了一个日本旗子，被当场殴打，车子推倒砸毁，逼他拿身份证证明他不是日本人，要不然就是走狗。第一个讲日本人这样子，我们这里是外交委员会，我都觉得那种情绪哈，对国家一点帮助都没有，何况是对自己的国民。我这样一样，你们警政署没有主观管来，我请问一下，你们如果在现场应该怎么处理？是那些殴打的、妨碍自由的，他们涉犯的是公诉罪哦，是应该阻止他们继续殴打这个年轻人，还是叫这个年轻人配合这一群人把身份证拿出来？你们应该怎么处理？这个案件啊，当时附近旁边刚好没有警察人员，发生的时候，后来警察到场，警察就看到这群，他们就过来。那为什么这个年轻人要把身份证掏出来给他们看？警察要求的？没有吧？你不知道？不行，你回去查一下好不好？是是是，我可以接受说现场群众很多，我第一时间如果执法，可能会这个浇汽油在灭火一样，我可以接受执法的技巧，事后根据录影带，我都可以接受。但是唯一不能接受，你怎么可以叫一个无辜的市民说来身份证给他们看，你就没事，你就可以走了？那执法尊严在哪里？人多你就听我的，你执行的不是公司的司法，你执行是私人的私刑司法。所以这个过程，好，我本来要去内政委员会问你们，你今天来带回去，不可以这样做，不管对象是谁，不管谁做这样的事情，你们应该守着那一条线，执法者尊严才能确保。好，这个请你们回去，甚至于你们应该一个，我建议内政委应该一个专报哈，你先请回哈，我最后几句话哈。好，谢谢。那个是不是请我最后一个问题而已哈，我今天只借一点点时间，我们还是请这个周美武副局长上来。周副局长，我看了一下你们专报里面，我们维安特勤勤务3000多场次，兵警力16万余次。我第一个简单的问题，这跟以往同期有没有比较多一点？差不多是一个平均数吧，是一个平均数，所以是一个平均数嘛。第二个，刚才有些委员询答没有让你们说明清楚，那我看罗志正有问了，事实上这个包含了正副元首都有，卸任的正副元首都有，只要院长有没有？行政院长有没有？没他有没有在你们？他有没有在你们？他不属于我们特勤，就只有元首而已嘛。哈，元首正副元首还有卸任的，也就吴敦义副总统、马英九总统、蔡英文总统跟陈建仁副总统，那在前一届的已经超过那个礼遇的时间了，所以就没有了嘛。是，所以这16万余次跟3000多场次是这两组人的加总，那我也不去计较谁多谁少了。所以如果要行说这些场次很多，兵籍令用了很多，第一个跟以往的平均数差不多，没有特别多。不要去行说，哇，台湾现在变警察国家了，哇，现在的总统副总统怕得要死，都动用警力让警察累得要死，这个不对。第二个，前后任都做了，都有用到这些兵警力。而为什么前后任的保护？我也赞成要保护马英九他们呢、啊？卸任元首啊，他也曾经是这个机关的代表，就是机关的本身、哦、所以有关说明的部分清楚，该据理说清楚，要说清楚，免得产生误解。那谢谢你们时间，我刚才要求你们那个管理上的那个点，请您把它查出来。是，好，谢谢主席。好，谢谢委员。好，我们现在休息5分钟。
好，我们继续开会。现在请江启臣委员质询。好，谢谢，请主席先邀请周美武副局长，请周副局长，然后总统府侍卫室主任，请林主任，委员长，好，那个副院长，我先问这个永和官邸这个枪击案，请问是去年十二月几号发生的？啊，去年十二月十七。你还要问人家？因为我资料在桌上。啊，是这个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日子还记不得吗？十二月十七要几点？早上八点出的时候。八点出的时候。是。那刚刚很多委员大概都有问你们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嘛？基本上你们说要连夜赶车上来，对不对？是的。是这样吗？是。那除了连夜赶车，还没有其他原因吗？报员，不好意思，我是特勤中心负责官，我来把您刚刚讲的问题做一个补充。当事人他家住彰化，对，和美，对，他那天晚上是坐九点三十分的国光号啊，搭车上来，对，上的。好，然后几点到？他大概因为舟车往返将近快两个半到三个小时之间，他是凌晨才抵达台北。他几点要上哨？几点要上要服勤？他是第二天早上八点二十分发生的轻枪误击的事件。好，这中间他都没有睡觉吗？有睡觉。睡几个小时？超过六个小时。超过六个小时。是的。那超过六个小时还是发生这样的事情？是。那所以你们认为原因是什么？那这样也不能归结于他舟车的问题吧？如果照你的说法，我们没有说他是包括之前媒体讲的感情因素，或者是连夜打电筒、精神不济，就完全就是一时的恍惚，是吗？是，就是因为一时的恍惚，他就是本身自己，他自己就莫名其妙，不知道原因，你知道吗？是个人的疏失。进行验毒、验尿这些吗？他本身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局里面每年该做的忠诚一测，他都有过。忠诚一测是什么？就是测谎。测谎？那我问你的是，有没有进行生理、心理相方面的这一些测验？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我们的所有的训练的方向里面，我在问说，我请问一下，我们所有的特勤人员、维安人员，特别是保护政府总统、行政院长这一些人。他们每一天服勤之前，你们跟他做什么样子的生理检查跟心理检查，有没有做？每一天，我们不光是当天做，而且之前在持续在都在观察。做哪一些？我们包括那个勤前的教育，还有勤前教育的过程中有主观的人生的一个察言观色的一个考核，是整体全面性的。有没有验酒？酒测、毒测有没有做？这个其实不用验，因为主官在实施勤前教育的时候就可以闻得出来。这么厉害啊？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酒测用仪器是在测干嘛的？用闻的就好了。啊，他有没有吸毒？毒测你们怎么做？用闻的吗？报委员，他今天是因为单纯的枪支的问题。我跟你讲，我不是要问他单独个案，我在问你们的管理。第一点，特勤人员服勤之前，你做了什么样子的生理跟心理的检查？我刚刚只问很简单的啊，酒测跟毒测啊，你知道吗？在美国，卡车司机、公共巴士司机、驾驶大众运输的，还不止飞机啊，服勤前这两项是必做的、欸。再过来，他平常的生活状况。这涉及到公共安全、元首的安全的这些人员都是这样做的，你们有没有做？靠察言观色啊，他的脸上会告诉你说：“我今天喝了多少酒，我十二小时以前喝了多少酒，我有没有碰到毒品，
我有没有感情上的问题？完全靠察言观色吗？报员，我们还有持续的反毒的宣校，还有我们内部既有的计划。反毒的宣导跟毒品的测试是不一样的，你听不懂我意思啊？你们没有做了，就是没有做。你们对于这一些特种服勤人员他的生理状况、心理状况，你没有一套完整的标准的 SOP 在执行，所以发生事情的就说一时疏忽，就是一时疏忽，然后怎么样袒护官官相护，能压就压，能盖就盖。我请问，这个事情是我问了，你告诉我几月几号发生吗？12月17号。之前其实你们对外都没有讲了，也不敢讲了，啊，如果不是媒体爆料查证的话，你们大概也不会讲。那这种事就让它继续一时疏忽来发生吗？这不是这样子的啊！我请教，这事情发生到现在，你们刚刚讲说那个发生的原因，我都不想听了，因为我觉得那个细节什么，你们大概也都报告里面也都略过了，啊。那请问一下，惩处有没有？有惩处，就只有当事人，还有刚才的督导官是。然后接下来还有谁？其他的包括营区的主官、副主官也都自行处分了。所以这个是林文豪他离职的原因吗？这是他个人的生涯规划，这边我没办法帮。所以又无关了。你的检讨报告惩处到什么层级？请问是谁负责？最高层级谁负责？谁？报员，他在警卫室发生的事情，他的整个惩处，我们也都彻底的检讨了。那这个案子呢，所以今天林文豪的离职，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情的话，那显然你们没有人负责嘛？逻辑不是这样吗？如果如外传说林文豪是因为这件事情离职，他负起责任，那就是他负责嘛？外传是他负责，那你现在说不是，是他个人的生涯考虑，那表示这件事情没有人负责，对不对？所以把它盖掉，呼呼也得好啊。元首的安全、国家的安全，可以这样子吗？可以吗？然后你说他的离职跟这件事情无关，你如果说他是因为这件事情负责的话，那我还可以接受。那你说他不是，那是因为什么负责？那没有人负责，哎，这件事没有人负责，哎，就只有当事人调离，督导官在上面可能再加一级的官，警卫室的人负责，不需要这样掩盖，到底谁负起的责任，就讲是谁负责的嘛，会怎么样？我们事情发生的就是第一个，原因在哪里？谁负责？再过来怎么改善嘛？你今天提出来报告也没有提到把改善的任何的制度啊。我刚刚所提的，连开飞机的人啊、驾驶啊这一些人啊，他们在出勤之前那严格的要求啊，不能喝酒，不能干嘛，不能去哪里，不能涉足不良场所，欸，你们的收假，你前一天8点要服勤，他可以到半夜才回来。他是特勤人员，欸，我们以前当兵的时候，两腰动动最慢是不是要回营？你隔天常常去上哨啊，那你们特勤人员是这样管理的，是不是可以到说我要出勤前的5-6个小时内回到营区报到？你如何掌握这一个人在8个小时、12个小时以前他在干嘛？你没办法掌握，他发生状况，你就说啊，一时疏忽啦，不小心啦，原因查不出来啦，因为你们什么都没做，你们的管理真的是，我真的替啊我们的元首安全哦，会捏把冷汗啊。如果是这样子来管理的话，你们如果说你今天如果不把问题讲出来的话，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帮你们。我在这边咨询是要帮你们，如果真的是因为人员不够，大家休息不够，想办法加人、加派人，我们训练更多的特勤，可是让他有足够的休息，在他服勤前的几个小时内
就一定要回到你的营区，就近你能够管理，而不是遇到问题躲起来，然后你们也不检讨，也没有人负责，讲什么 你那个理由真的都听不下去啊，因为在我听起来就是没有逻辑的理由啊，对不对？外传说是因为打电玩，你们也说不是，外传说是因为北上舟车劳顿，你们也说不是，最后理由就是说清呛的时候一时疏忽，这是理由吗？我觉得不是，欸，这个等于是丢给他个人来担嘛，就啊出事了他个人来担，其实是你们制度有问题，你们管理制度有大问题嘛。我刚刚就讲了，你那个开卡车的、开公车的、开飞机的，都要做这一种生理跟心理的每一天的检查 ，daily 的。然后你们都没有做啊，问了你也不敢讲你有做。他拿枪，这些人是拿着枪站在总统旁边的啊。你除了要顾及他的睡眠够不够，他的生活状况有没有问题，他的感情有没有问题，他的嗜好有没有问题，其实这些都是你们负责管理的主管主观管，你们每一天要去关心他的事情。你们制度设了吗？有吗？连个毒品的测试，你们可能都是久久才做一次的，对不对？现在你知道吗？连这个咳嗽药水这种药水，这都会上瘾嘞。在美国啊，药局常常被抢，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那一种药水它是属于处方的，这些吸毒的克制不了，都去抢药局。那我要讲的是，不是只有你列的那些毒品，它才有成瘾的效果。很多东西成瘾之后，它是会恍惚的。它如果在你的执勤前吃了什么样子想睡觉的药，它是有可能影响到他的精神的。那这些你们有没有在做相关的监测？你有没有列出来？有没有？没有，没有。所以我们元首的安全或者相关的这些安全是怎么样？是在靠运气啊！我们编2500万让你买防弹车又怎么样？如果开防弹车的人，你们都不但要做生理跟心理相关的检测，他开着车乱撞有用吗？所以最后元首的安全不是败在歹徒的手里，是败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你们到底检讨了什么？你们拿来报告我连看都看不下去啊，把里面的勤务编规照本宣科讲了一次，我没有看到你们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做了什么样深度的检讨，然后未来要怎么改善，起码我刚刚讲的我都没有看到。所以长官，这个要不要改？需不需要改？委员，我们下去的时候会按照你的指示。你们一个月把那个报告提出来好不好？还有我刚刚讲那个惩处啊，你们根本就是想要不了了之啊，才会用这样的惩处方式叫他自行离职啊。在我看来就是这样，自请退休啦。没有一套惩处制度嘛？你说那是个人因素考量，我才不相信。他就是被讲说啊，你给你造了，自请负责吧。这不能这样处理事情跟问题的啦。制度该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走。该谁负责就谁负责。接下来你就是提出检讨方案嘛，改善嘛。可是你们的心态是最要不得的。我再讲一次，心态是最要不得，所以导致了这些事情不断一再的发生。你们最近发生了多少负面新闻啊？有性侵的，有骚扰的，有携带毒品的，还有不伦恋的。这些负面新闻对你们形象大伤之外，对安全、对元首、副元首这些安全的维护，更是最大的败笔。一个月把那个报告提出来。谢谢委员。好，谢谢江委员。
请在一个月内把这个惩处跟这个整个检讨的报告送来本委员会。现在请林立禅委员咨询。主席，有请我们的总统府的林主任，请林主任，还有国安局的周副，请周副局长。委员早。其实刚刚听了我们江启臣委员在谈到说检讨跟改善，其实今天我们李义林招委排了这个专案报告。本来就是希望我们国安局还有我们总统府这边去做一个整体性的检讨稿改善，来我们立法院做一个报告。可是呢，本席在看到整个报告里面啦，哈，没有针对这个主题去说明，而且里面只是短短一段字啦，哈，写说年度已执行特种勤务超过3000余场次，然后呢，我们的兵等等。这一小段话，十几厘米。我们整个委员会排了这个专案报告，既然国安局这边只给我们这个短短十几个字，难怪今天委员那么多委员问了，都针对这件事情。您不觉得说您的报告今天的报告没有把它完整性的提出来，是有疏忽吗？那个副局长。刚刚很多委员的指导，我们都回去之后会做成一些记录，我们内部还会朝委员的指导做一个精进。请重视委员会还有招委排的议案，去做针对这个议案去做一个专案报告给我们，而不是糊弄我们的十几个字而已。在这边本席提出最严重的抗议了哈。再来，我们来看，其实国安局在特种这就是在这一次的。我们所说的就是首长的维安相关的，在总统府发生这一次的所谓的，您说是轻枪误射，没错吧？我可不可以请我们主任，是，我们请副指挥官来答好了。好，请周副指挥官。我远走。是，所以您今。这次的那个新闻稿里面是发说，我们有一名人员轻枪时未依照装备操作规定执行，导致枪支误射，是这样吗？是。好，那本席要请问一下了哈，我们在当天，其实我要问一下我们的副局长好了，可不可以再一次的说明当天到底是怎样的情况是这样误射这个事件？是那名。我们的宪兵上尉，他是准备出勤的时候发生轻枪误射呢，还是结束勤务之后才发生的？好，委员，因为这个是有还是我们对他比较清楚，谢谢委员。报员分两段来跟您报告，是整个轻枪的程序，他必须先取枪，检查枪上有没有弹夹，没有弹夹之后，第二洞要拉滑套两次。将滑套固定在后，是第三洞检查枪里面的钥匙有没有子弹，是没有子弹再送回滑套，是再实施第四洞才开保险。对，那这个动作完的时候呢，如果他是上哨人员，他要把他的弹夹给上枪，再入袋。那个如果说他没有上哨，他必须把枪跟弹分开来实施入除。但是当事人他是在17号。的凌晨，只要早上8:20，在实施上哨清枪的过程当中，因为他整个过程流程他没有检查钥匙有无子弹这个主要的缺失，所以他才会把扳机扣出去。所以他跳出几个步骤，您刚刚讲的，不管是开保险还是退子那个弹夹，然后滑套两次。对，那他这整个流程，刚刚您也有说，有我们的所谓的高勤官，就是在监督的高勤官也有在场嘛？是的。那有在场，他跳过那么多步骤，难道不知道吗？当初的情况的确是疏失，所以两个人都出师，两个人都有接受处分。对，所以没有程序问题，是两个人都接受处分就结束了这件事情。当然不是，因为这个事情一发生之后，从警卫室开始，
一直到我们特勤中心的所有的任务编组，我们都重新检视上哨清枪、下哨验枪的所有的步骤程序，我们已经完成了精进跟改进了。那为什么今天报告没有提出来做说明清楚？这个也是我们自己的准备不够。虽然今天我们在专报内容的题目跟清枪无关，但是我们仍然要一套完整的清枪的检讨报告。这不只是只有清枪啦，我必须要说啦哈，包括我们这两年来，刚刚我们委员也有谈到了哈，我们这两年来，我一一的算给我们三位听了哈，我们国安局有没有数一数啦？我们总统府有没有去算一算呢？哈，总统身边的维安特勤人员发生了多少的违纪事件呢？哈，包括在去年的四月传出我们的随扈性侵，我们总统府的我们的女武官嘛，哈，还有在去年的五月份有我们的随扈酗酒嘛，去年的六月份国安局就有被搜索到就是安非他命的吸食器嘛，等等这些，还有。我们在今年的三月份，我们的保六第一警官大队也查到了，我们有这样子的，就是发生了这件事情。等等，媒体说我们的整个国安局相关负责维安单位是螺丝松了，本席觉得他不是螺丝松了，根本是螺丝不见了。您不觉得吗？整个螺丝是不是都不见了？有没有找回来了？报员针对刚刚的上述的案例，有些他也已经进入了相关的司法，是有些也完成了惩处，是我们局里面上下一心，所以我必须要说，总统元首的维安不是靠换车就可以解决啊，因为这些等等的事件出来，才是总统维安最危险的地方，而不是换了车，花了上千万换了总统的坐车，就是维安最好的方式，您不觉得很乱七八糟吗？所以呢，本席在这边，刚刚我们江委员也有提到，一个月内提出一个具体的，本席不期待一个月内就多了几个字变二十个字，今嘛十几字，人刚变二十几字，安尼尔，可不可以做得到？哦，原是可以的。好，再来再请教一下我们维安的装袋，就是装置的部分嘛，哈。这个部分是哪一个单位负责的？就是及时行踪，我们不是有编了一个叫做周边人员配置维安人员紧急应变方案的安全相关的事项吗？是的，没错嘛，这是也是您负责嘛，是的。好，那我们根据我们看到的，我们投入了百万元嘛，那让随扈穿戴行动及时影像传输系统嘛。没错嘛，是的，这个即时就会传输到哪里？传输到我们的国安情职就是局这边，国安局这边，还有情报联合应变中心、特勤管制室，还有我们的机动指挥中心这边嘛，等等，没错啦，是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在过去去年啦，外交部的那个领事事务局、司法院、我们的邮政、我们的教育部、健保局等相关单位都被骇客入侵的记录过，包括我们的国安局预算书里面统计资料也说明了，我们总统就任之后呢，国安局从七月到十二月就遭骇客入侵，已经暴增到什么多少？您知道吗？您里面也有写哦，高达613789次。而且平均呢，在2016年的下半年，每年骇客入侵就是每个月哦，不是每年了，每个月哦，10万多次。所以呢，本席在这边要说的是，你那个即时传出来的整个系统、整个资安会不会被骇客入侵？而且这个不是不可能哦，这个部分您都怎么去处理的？报委员，我两点事情跟委员做一个补充。第一件事情，这个即时影像传出系统不是今年才有在做，是去年也在做，是前年也在做，是它是一个持续的一个案子。第二件事情，我们即时影像传出系统，委员您刚讲的疑虑的部分，我们在使用前、中、后，我们都有一个很完整的资讯系统的一个管制的作业的方式，所以保证都不会被骇客入侵，保证都不会。目前是没有问题，目前是没有问题。第三件事情我做个补充，是这个系统它可以让我们的第一线的勤员
地线的指挥官跟后方指挥所，您刚刚讲的相关的单位会有一个共同一个图台，共同一个图像来产生，那我们的整体的警卫勤务在执行的时候是相互配合的，是相互支援的，它的系统是很好的。 我们是站在保护我们的国家元首的立场来这边跟您讨论。我希望说，因为骇客入侵不是只有我们相关单位被骇客入侵，其实包括其实美国国安局也曾经被骇客入侵过，这个事情不是不能 不可能会发生，所以本席在这边提醒，希望说整个系统整个治安一定要完全的去就是去检视清楚。再来，刚刚有提到的我们的相关的国安局相关的总统元首出发的之前的一些相关的配套检讨管理机制，一定要全部的去做一个检讨机制给我们，可以吗？是的。那希望说下一次的专案报告不要只归你俩，我期待不是这样，可以吧？是的。好，谢谢。谢谢委员指正。请郑天才委员咨询，六分钟。主席，各位委员。有请国家安全局还有警政署，请周副局长。警政署的话是督察的杨主任。委员长，你好。这个今天这个专案报告啊，我看你们的这个报告里面呢、啊，这个在作文比赛了啊，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的那个。训练呢、啊、是偏重在这个作文了、啊。你看这个你的第二页，特勤人员训练，特勤中心依特种勤务训练作业规定，以新进人员训练为初始，以什么为初始？以什么为基础？以什么为重点？以什么为支撑？以什么为管道？这样的一个文章啊。然后陈抗应变做法，以收治乱出动训治突变的临机适应的功效，写这些啊，这个其实你应该很具体的啊。今天委员都很多宝贵的意见，你必须要把这个今天为什么会排这个专案报告，大家希望知道的是什么，希望回应的是什么啊，所以这个部分呢，这个还是要做个改进哈。当然，这个因为相关的这些维安非常重要，是没有错。但是各种的啊配计码或是这个维安，必须要遵守这个比例原则，不要影响到社会大众啊。总统到什么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就围的啊这个。相关的这些道路就全部封锁，哦，像上次到中心新村，我整个中心新村全部包围起来，对不对？一开始是这样啊，这么一个，啊，一个平静而且非常好的一个地方，结果被整个围起来，很多地方都是这样。我们有时候也参加一些活动，哦，总统正好来，结果我们就必须要被挡在外面很久，就不符合比例原则。这个比例原则、啊、这个包括警政署也是一样哈。这个行政程序法规定的很清楚，行政行为应依效力原则为之、啊啊、所以这个比例原则你们必须最起码要去了解，而不是写这个文那个作文呢、啊，什么以什么哈为初始、为基础、为重点、为支撑、为管道。这个没有必要，啊，这个总统的维安很重要，每一个这个长官的维安很重要，但是人民的，哈、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自由的出路，或者是他的行的一个自由，也不要受到很大的影响。怎么样？一直点头。是，谢谢委员的指导。以后我们相关的这些活动或者是
这些场次，我们都会依照委员的比例原则去考量。好，这个就必须要不只是你自己了，包括你们这个教育训练了，是、哦、必须要也要听听人民的意见了、啊。了解啊、哦，也要听听人民的意见是怎么样啊，哦，好不好？是。好，我们看这个立法院哈，警政署，好，这个国安局你就先回座哈。你看我们的立法院呢、啊，这个从这两年来哈、啊，哎，好、啊，你看这个，我们的民众啊，要这样子进来啊，啊，要这样子进来，层层的铁丝网、巨马，还有这个有杀伤力的这些刀片。这个是法务部矫正署花莲监狱，都没有像立法院这样啊，围墙也没有很高，然后也没有什么计嘛，对不对？立法院怎么变成这样，像铁幕一样，你不觉得吗？啊，这个是很大的不同吧？这个到底谁决定的？是你决定，还是署长决定，还是你一定说台北市对不对？原则上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因为他们执行这个勤务，还由他们来决定怎么来布置。那这个立法委员已经反映很多次，你们警政署没有责任去改善吗？我想那个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在布置这个，应该有跟我们院里有应该有协商吧。应该有，所以跟你警政署无关，不是，我们是指导他们勤务的执行不要有疏漏，啊，自己勤务执行的这个布置部分、啊、那个绝对不是立法院，你不要推给院长啊，推给立法院秘书长，很像是他做决定，不可能啊、嗯、他说一定要这样子弄吗？不会吧，一定是你们的建议吗？应该是台北市政府警察提议的，不是你们的反应，他才会这样做吧？你看这个。不仅仅是立法院的尊严、啊、立法委员、哦、还有很多的行政首长，更重要就是这周边的这些，这边都有家父啊，都有家父，他们的相关的这些通行，他们的生意，对不对？这个要补偿啊，警政署要编预算要补偿啊，跟回馈经济什么关系？补偿损失，补偿，很具体的，就是有损失就要补偿。你看这个，啊，那未来这个是变成常态是不是？这个应该不会常态啊。啊，这个已经很久了。这个，这边我们回去会啊，会不会常态？再检讨一下，他们这个是不是围墙还不够，还要加这些，啊，这个部分的。警政署好，这个跟这个，我不认为是台北市警察局的事了，是警政署的事情啊，好不好？是，好，谢谢。请郑明忠委员，郑明忠委员，郑明忠委员不在，请刘世芳委员咨询六分钟。谢谢主席，我可不可以请那个两位副局长好吗？周副局长跟请周副局长、陈副局长。好，两位上台的过程当中啊，我就直接跟两位哈、啊、来请教一下，年底的选举啊快到了哈、啊，那当然所有的这个治安啊、这个勤务啊等等，可能国安局也是非常重的重担，但是我要问一下，就是说你们有没有看过在网路上面啊？如果会影响到年底选举的时候，国安局有没有预做预判？我跟两位副局长提到，有些是假新闻的网站，可能你们都知道假新闻的网站看到这些蛮多的，有农场新闻啦，什么叫奋斗者啦、美丽日报啦、COCO 大马啦、欢翔网啊、校趣网啊等等，这些看起来都很多乱七八糟的新闻，可是这些新闻其实都在我们很多不同的社群，尤其是年轻人的社群当中，反而引起有很大的反弹。好，那这些东西会不会影响到选举？绝对会。
今年年底的选举不是只有县市长，不是只有议员，而且还有公民投票。好，那用这样子的网站在散播不同的讯息的时候，不管是从哪里来的，好，或者是煽动等等这些，而且我们今年年底的公民投票是18岁以上的人就有公民投票，那他是不是在很多网站上面收到这个假讯息的时候呢，会不会造成哈？现在世界上媒体都会非常关心，像譬如说剑桥分析哈，或者是说像这个通俄门的这个部分，我想请教两位副局长，在国安局你们所督导的业务当中是怎么处理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假的新闻或是那农场新闻，因为这里面一定暗潮汹涌，有些是政治上来做渗透，但是有些可能跟国安有关系，他可能塞了一些对岸的、对我们的，甚至是从俄罗斯或北韩来的，对我们不利的。像最近这两天，我们就有看到什么《Time Magazine》上面会有一个总统府的网站，上面都爬满了带血的这个铁丝网，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我想问一下两位副局长，看哪位先？谢谢刘委员哈。这个问题的确很重要了。事实上，我们国安局已经有机先的注意到，而且部署。但是有一些我们的作为事涉机密，所以不便公开回应。那么刚刚处理机制是怎么处理？就是刚提到的，不管是通俄门、希拉蕊跟川普的选举，包括这个，包括德国梅克尔，包括法国马克宏等等，都有用这样的机制假信息的机制，让他们选举受到影响，影响选举。对，那么国安局收集的是对国家安全跟国家利益有关系的，那我们希望能够防治这种社会安全、社会稳定。但刚刚提到的有关的内容农场，甚至有用机器人来散布争议信息这一部分，我们都有注意到。那我想很重要的是这些信息啊，因为国外像最近的马来西亚，还有其他国家，美国、英国、德国，他们都有立法规范。其次，第二点是要要求媒体自律。那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这些网络平台的提供，这些信息的提供厂商，还有第三方的责任的审查机制。那当然，我们针对你讲的第三方审查机制是指哪个？是法务部门呢，还是说国安局就可以？国安局不是业务单位，但是国安局没有办法适用国安法吗？我们只是涉外或境外敌对势力，我们可以没错，你要回去考量一下。国安不只是只有涉外或是境外，境内有可能啊，也许有其他的恐攻分子，他也许长久是孤狼式要攻击。我会把这些收到的信息提供给相关部会做参考。好，那我想问一下周副局长哈，周副局长，我比较在乎的就是境外来的，尤其你都知道，我们在所想的就是像中国大陆来的部分，一定会企图影响选情哈。那这个企图影响选情，不是只有假新闻，甚至啊，譬如说对我们金融银行机构，或是甚至我们的个资，好用后门程式、其他的木马程式的方式，像这次祖克伯为什么会所有世界各国人都要找他去作证，其实就是出现漏洞嘛。这种属于电脑骇客型的，已经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全跟维安的部分的话，我们的副局长，你现在所主导的这个督导的业务怎么处理这一块？是跟委员说明一下哈，刚刚除了我们陈副局长向您说明的以外，我们每天呢、都有针对国际、陆区以及国内所有的讯息做一个中整。那么这些讯息的中整呢、哪些是属于争议性较大的，哪些是属于一个正常管道一个讯息。如果是属于言论自由的话，在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都没有关系。但是如果里面是传达假的讯息，譬如说什么明天可能就有什么飞机要来轰炸等等，这些已经企图影响到我们国家安全的话，我们自己在网络上面怎么样做拦截拦阻，怎么样做处理，我想要知道我们的机制是什么。那现在目前我们都有配合行政院，他有专责单位在处理这些争议讯息。国土安全办公室吗？不是，他可能是一个混合的单位， NCC 可能有行政院这些治安办、可能有一些一个混合的单位。是，那每天我们如果有发现到，各个单位都可以发现到，如果有任何的假讯息都可以向这个单位去汇报。我可不可以知道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收整到的这些假讯息企图影响国安的，它的数量是多少？我听说流量非常的大。详细的数量啊，我很抱歉，我现在脑袋没有这个数字。你的一个有办单位有提到说，他每一天可能要处理的可能是上千以上都有可能。我不敢确认这个数字，但是我跟委员回报就是现在这个整个机制一直都运作得很正常。当我们发现这个讯息是争议信息，我们去回查查证属实之后，
我们立刻会向相关单位汇报。我的意思，这时间上非常快，否则它一直流通，一直转传，到后呢已经影响到民心士气了。是，明明都没什么代志，啊，跟着发生代志，是我们是二十掉下来的大礼物。我们24小时在关注，是，我想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好吗？我想以后会持续来关心这块部分的，啊，千万不要让这种假的新闻，或是这被渗透进来的新闻，影响到我们自己国家安全，是，好吗？了解，好，谢谢两位副局长，谢谢。我们现在请黄国昌委员，黄国昌委员，黄国昌委员不在，请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不在，请李淑玲委员咨询。谢谢主席，有请我们周副局长，请周副局长。委员好，副局长午安。副局长，是在这个三月三十的时候，有一篇报道有讲到说，我们这个轻枪误击的上尉警卫官呢，他因为根据你们的报告调查，他在12月17号，因为他外宿的关系，他坐夜车从台中回到官邸，已经是凌晨2点的时候，所以疲劳精神的状况非常的差，才会在轻枪的时候一时有疏忽，而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误击事件。那如果说是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发生，这也代表说我们执行勤务的人员他的身体还有精神状况呢，都必须要有一个充足的休息时间哦。但是目前的这个外宿收假的规定是只要在这个执勤前收假就好，他并没有要求他一定要在提前一天回到这个宿舍的部分，所以以至于这个执勤人员他也许有可能在这个休息时间上面会不足，那这也会影响到我们元首还有副元首维安执勤上面有很大的风险。那前几天呢，有媒体也有报道说，我们国安局特勤中心打算要更改特勤军官外宿规定，改成如果隔天有勤务的时候，他必须要在前一天晚上就得留营，不得外宿。那我想请问一下副局长，在这个部分，我们国安局有没有要来朝这个方向来做一个修正呢？那如果有了定案，我们最快什么时候会做实行？跟委员说明，这个案子我们确实有在做，我可不可以请周副指挥官给你做一个详细报告？好，委员午安，我是特勤中心副指挥官。是，刚刚您提的问题，大概我把它归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当事人他没有精神不济，他家是住在彰化和美，他在彰化市坐最后一班的9点半的国光号的客运北上。他北上完了之后呢，他充足睡眠将近有6个小时。事情发生之后，整个过程就是如我们刚刚的检讨报告内容一样，我就不再赘述。他是纯粹的个人的疏失，这点我特别向委员再一次的做一些报告。第二个部分，有关于外散宿的部分，当事人他应该早上收假，但是他却没有早上收假。刚刚有很多的委员来咨询这个相关的问题，只有委员你让我有机会再做一个表明。其实王姓上尉非常的认真，他是提前收假。一般我是军官，我是第二天早上8点收假，但是他却是前天晚上提前回来，因此他的态度上他是积极的，他的专业跟认知上，这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的。他因为提前收假，他也充足的睡眠，但是他的疏失我不但要追究责任，但是现在有些单位因为它的属性不同，因为我们的勤务包括白天的全日哨，包括住在地的莅临场所的临时哨位，我们哨都不同，而且我们的警卫对象除了固定的警卫，还有机动的莅临场所警卫等等的，因此我们派遣方式不同。我们现在当然尊重永和警卫室营区主官侍卫长，他有做一些内部的调整跟精进，但是有一点我在这边可以向委员大胆的保证，不管他是提前收假，不管他是不是延后休假，但是不会影响到我们勤员、我们干部本身的正常的假期的时数，这一点我可以保证，我们都会很照顾我们的同仁，不会耽误他们的休假的时数的。好，
这个部分我想特勤人员他们的辛苦我都是非常的肯定哦。那所以我在要求这上面就是说我们特勤人员这个休息时间一定要非常充足、哦、是。可是刚刚副指挥官在回答江启成委员的时候，你刚刚是讲到说这位王这位上尉警卫官他是凌晨两点回到这个官邸，然后他八点上哨，是。所以你刚刚回答他的部分是说他有超过休息，他休息的时间有超过六个小时。我想这个部分，这个跟刚刚我们这个副指挥官所讲的是有些出入哦，所以我就在这部分，我希望说，是你一定要再说明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好吗？那针对我刚刚说的，就是这个我们要改这个外宿规定的部分，我们到底什么时候会确定这件事情？这个是由他我们的营区主官自行去决定的。那有关永和警卫室他什么时候实施，以后他有怎么样的做一些调整，这有他们的一个弹性的规划。还有一点我跟委员报告，并不是每一个对象都是前一天十点收假，他要是他第二天早上勤务的状况，有些勤务状况他第二天是下午才有，他就不用提前收假。因此我们外散宿的休假方式，例休的休假方式，它应该是属于弹性的。但是这个前提之下，所以你们这个休假的规定其实是弹性的，是的，是依照不同的单位，然后它会有做一个调整，还有勤务的特性，是 OK。 好，那在这部分我希望说这个副指挥官会后再跟我做详细的说明、哦、是。因为我想经过这样的事件之后呢， 我们必须要来检讨一下这个相关的程序。那我想这个特勤人员的这个教育训练还有生活纪律管理是非常的重要，因为维安工作是不得马虎的，我们元首副元首的这个安全上面是绝对不容许有出现差错，所以希望副指挥官还有副局长在这部分一定要全力的督促，好吗？谢谢。那接下来我想要请教副局长的部分是说，我们去年十二月底的时候，其实有看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有提出了一个锐实力。那它这个锐实力呢，是介于软实力和硬实力之间，它是一种透过可以协助这个集权政权威胁，还有操控外国意见的能力。那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它透过这样子的锐实力来迫使这个全球来称。对他的这个议题上面有所屈服、哦、那不管是在一带一路或者是说亚投行的成立，还有这个孔子学院的成立，或者说大量的这个中资的入境呢，其实可以看到说中国的大动作在全世界各国都可以看到他们非常的明显。那其实澳洲呢，他是第一个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警告的一个国家，那他也知道说中国正在干涉他们的政治还有学术还有出版的部分哦。那所以澳洲在这部分呢，他们也有提出相关的这个法律来禁止来自国外的这个政治现金，然后来打击还有防止国外势力来介入澳洲的国内政治。那其实这项的法律呢，就是要来阻止中国对于澳洲有更多的作为。所以我想请问副局长的是，你针对就是澳洲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你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那我们可以借由这样子的部分，可以对于我们国家有什么样的借鉴？是，谢谢委员的问题。我想锐实力这个问题哈，现在不仅仅是澳洲在注意，那么很多的欧美国家现在都注意到了。对。那么中共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入侵的手法，不管是智库，或者是这个经济，或者是这个孔子学院，或者是一些文化机构，他利用各种层次的管道啊，对这个国家进行一个渗透。那么渗透之后啊，然后再传达他们现在想在这个国家想达成的中共的国家利益或者目标。对。那么这个事情现在世界各国都有在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对。我想主要的几个，不只是澳洲，其实美国还有德国都有英国日本，大家都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是。那么这个问题最近就像委员所说的，由美国这个民主基金会他们所提出来，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样子一个现象。那我想我们老早就已经注意到中共在这方面的一些作为跟手法，那么就是一个复合式的一个对一个侵入的一种手法。那么我们在世界各地，我们在各个全球各个国家，我们也都不断的收整像他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对我们后续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跟有哪一些应该应对的作为，这些我们都有做评估，请委员放心。
所以你们的评估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还是在这方面你不方便在这个没有我想这个是全世界都公开了解的哈。中国在这方面它确实对世界各国啊，尤其是民主自由这一部分呢、啊，是一个很大的威胁。那么很多国家现在对阿伯，我举例，他对他的华为跟中兴这两个这个高科技的产业，他们认为都有一些这个后门城市的置入或者像这样子的一些作为的事情，那每个国家都有注意到，甚至连中美洲南美洲的国家现在都注意到。那最近我甚至还看到一些非洲的国家啊，也对中共在这方面都有产生一些疑虑。那这些问题我想这现在已经普遍广泛的受到国际这个社会的关注，而且各国也都在做高度的防范。我想可以看到各国现在最近不管是美国、澳洲、英国，他们最近所这个禁止中国购买高科技的公司或者认股，或者是这个澳洲不让这个所罗门的这个海底电缆的工程由中共的华为公司所承办，许许多多的这些案例现在都在世界各地正在进行当中，正在发生。我们会关注这些所有的问题，我们当然自己也会提高我们的警觉。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国在世界各地其实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不仅是透过政治方面，或者是透过他们的这个国家的各项的企业来影响他们这个当地国的这个政治实力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面对这个中国呢，我们必须要这个谨慎以待哦，也不可以轻忽。那所以在这个情报事前的收集还有事后的收集呢，我想还有这个研析的部分就非常的重要。那如何国安局在这部分如何来研析这些情资，来转换为我们这个提供我们国家作为往后的这个政策呢？就是我们国安局要继续努力的部分。是。那我也希望说副局长在这部分也要继续的督促我们各位同仁继续的努力，在这方面情资的收集正确，然后提供正确的情资来让我们相关单位做研判。是。好，那副局长，我针对我刚刚那个特勤人员的部分那个休假的这个规定呢，我希望说会后再提供报告，还有来向我再详细的说明。 好吗？没问题。谢谢。刚刚吕委员特别提起的跟我们前面江委员提起的要做一个改善的那个报告跟说明哦。其实我们所有的出勤人员，不管你收假或者是你那个执勤的特性弹性的调整，就是不管你收假时间如何，在你上勤之前哦，我们要请四位士哦，我们的林主任把这个带回去哦。在上庭之前一定要有个机制做个检视，他状况良好疏忽就不会发生了，好不好？这个要一并做报告。 好接下来请黄昭顺委员不在，请钟嘉宾委员不在，请罗明才委员不在，请陈怡杰委员不在，请陈赖素美委员不在，请张立善委员不在，请周成秀霞委员不在，请赖瑞龙委员不在，请何新存委员不在。今天已登记质询的委员，除了不在场外，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本日会议由陈明文委员跟何新存委员等提出书面质询，请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请相关单位以书面于两周内答复。本日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及要求补充资料者，请于两周内以书面提供。散会。